在这儿呢。这什么算谁的呀？你说说。这直播呀，现在还有三秒延迟，是吗？对。哦，他后台吗？怎么突然直播了？不突然呀。看看他们，朋友们啊，我在你们后边。你要看他的儿子是？是不是有点要拜师认干爹的感觉？哎哎。哎，你老大啊！你还没哭呢，你别着急。你坐那边，他这么……哎，他有可能坐那儿看着你。有点远，有点远。哎，这不就没大费了吗？哎，把我给划出去。来，来，咱们俩过。吓我一跳！哎，那我来这头吧，我拿这对儿。拿那个对，我来这头。对，五哥，你是不坐了是吧？你都把椅子搬走，我还坐不住。大郎要是理我了，我单身一辈子，那我先别理你了，是吧？怪不合适。不能让他飞。哎，是不是这样啊？人那个直播都是前面一个那什么后边，大概咱俩稍微往后边。哎，这么感觉。你是往这转着，你给我摸。应该横着过是吧？哎，四，你能帮把水拿来吗？你自己拿去。太阳从西边出来是吧？不管。王叔。为什么穿半袖热呗？谢老。长春的暖气烧得特别的足，特别的热。这谁的裤子？凯哥。不知道，凯哥吧。四老师答应我，别剪那个头发了。哎，好嘞。你答应他吗？答应了。高老师在天津呢，我师傅在天津呢。这位师傅。送外卖的师傅，哦，我，外卖人都家了，哎呦，太帅了！我还上去想我师傅了，上去，我也想我师傅了。咱们连几个学员啊？哎，是我吗，老师？来新朋友了，来新酒了。你们还有想看的人吗？那边那个怎么还连学员？对呀，因为就是逗你玩呢。见个面吧。这是著名的相声演员魏文亮先生的徒弟。哦，你们说清楚了。让人看看你，凯哥。漏了。就是来都来了。把闪光灯打起来！你干嘛？躲猫猫呢？你躲谁呢？你小贝没在，小贝已经不在长春了，小贝回家了。我爱吃雪贝。对，勇哥，这是勇哥。这位都不认识人了。大家好，我是王三勇。怎么还有点这个南方话？看不清楚，说什么看不清楚。我也不爱看，眼神不太行。我饿，你饿吗？我也饿。谁呀？吃去。你点吃的。你想吃什么呀？都行。五哥那没有说那个四老师的哈。水杀。王叔什么有火山，有水杀。一个说我的。火山怎么回事啊，朋友们？来呀！哦。不是，那你。你想吃什么？随便，你点什么我吃。吃面，别吃面。别吃面，反正只要你不饿，我吃活珠子，吃什么都行。哎，我上面还有活珠子呢。五哥，刚才你上面还有一桌子。我都顶过了，我。都给你预备的，甭着急。我他妈出去吧，你说五哥。皓月这俩字儿全都错了。人家就是想吃，哎，怎么网还不往楼下？王老师，给我们说点什么吧？已经栾上来600多人了。五哥，你把东汉的什么说完了吧？凯哥，你在这干嘛呢？
咱们有点想看栾哥的啊，想看栾哥来了啊，已经来了啊，来了朋友们，哎，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有没有？哎，走，来，在这儿呢，你看看，说这个王皓月说的不错啊，哎，这是马三立。哈哈，哎，你看看这个，哎，马上，你看，小心，小这个小蝴蝶就上来了啊，就上小蝴蝶了。那个有人吃炸鸡吗？别犯啊！不犯，真的，不玩笑，因为我看外卖呢，因为我饿了，你吃吗？别刷了，朋友们啊，咱们就是聊会儿天儿，你吃吗？聊会儿天儿来起个头吧。那个郎老师，请您聊一聊这个张九龄老师最近的食量是怎么增加的？挺能拉的，他呀。是这么回事儿，你先等，不要再说了、哎呦，人家说有吃炸鸡的了，这么多人都想吃，是吗？你们吃，你们都不怕胖吗？你想吃吗？我都行，一点肉。哎，对了，朋友们，聊会儿天儿是吧？小是这个点炸鸡的来点小零食。唱一个是聊有什么各种艺术吧。老师，他玩儿，等会儿。你嗨，那你嗨。我现在不知道吃什么，我就哎，行，你先上去，一会儿再说。都吃的什么呀？哦，对着人你很不见，没事，看中间就行了。看中间。行，快八百人了啊，咱们来点正文吧。看来要掀门。我不见了。一队这周在哪儿？我们在长春呢。现在就在长春的后台。哎，聊会儿是吧？唱会儿。有没有想听什么曲目的？我们要听黄半仙唱京韵啊，京韵的哭祖庙。行，咱们给他提上日程，咱唱一喜就行了。我上楼吧，我看我手机里。行，我放抖音里还有钱吗？好嘛，你直接给他转账，多哎，凯哥，到现在也没说你。哎，唱一个给你听一个。行，你先上去，咱再说。今天在出来了，等我信。行，不是今晚上仪式呢。你没到都没敢上去吗，哥？那不行啊，这大喜的日子。对呀、啊，我们班里多少人？完，你一打板啊，掉了四十多人。哟，我还是给他放下吧。我要变个装。老四，变个装。表演个才艺，来。什么没干？我先喝三杯。唱个锁麟囊，锁麟囊，张老师，哎，唱个锁麟囊。张老师，来给你叫一个。张老师，就在这，我这看外卖呢，等会儿啊。哦。我张老师叫一个，给我们圆圆年吧。这是圆上来的。我这看外卖呢，等会儿啊。同仁堂，哎，同仁堂，有点酥了啊，赶紧，同志们，聊会儿，对，聊会儿，朋友们，哎，咱们不就为聊会儿天吗？老几位的，哟，我就把它搁上，嗓子疼。连环计，朋友们看看视频去吧。我们要听四平跳。我们唱完完你来一个，你还是上去吧，行不？今是你的好日子，你赶紧上去。十二月探妹，唱两句十二月探妹。正月里探妹，正月正。好，就唱两句啊。你得一句。好，我和我那小妹妹去逛花灯。一人一句哈，一人一句。我先起头啊。正月里探妹儿啊，正月正，我和我那小妹妹去逛花灯。哎，好嘞，就一人一句，哎，这都多好。你先等会儿，我呢？你说你妹妹。家的呀妹儿啊，凯哥，你看我新鬓角怎么样？哎呀呀，哎呀！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啊？我都给老四弄，多好看。这美颜开的还真是有点太过了。它应该是自动的。哎呀，对。露脸露着呢，这不在这儿呢吗？哟，谁给我弄一熊猫？一句老男孩，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哎呦，古曲下一次招生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是，海哥，可以问问主任。一会儿你上去问问都谁吃，当然就是这个谁，猴子跟勇哥他们，你问。行。起风了，起风了是什么？起风了是歌吧？你看完你要给他出价是怎么着？嘿，看我的意思，像不像张德燕儿？燕儿姑，您都听见了？像不像燕儿姑？你有燕儿姑吗？好家伙！按时分离唱吧有，按时分离可以去唱吧去。我给牛领导打个电话呢。这一人呢？请问？哎，我说，有人呢都凉了。起高了，对，确实起高了。五加坡，放心，你往低了上。五加坡呢？这是今天晚上来听相声的朋友吗？嗯。今天晚上在台上展示了一句。来，我们唱一个。唱一个。哎。咱给你起个头。对吧？对吧？你。全是高玉凯老师给我搭板的。哎，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变装直播，变装没变装，朋友们变装没变装？哎，我觉得，哎呀，实在是令人有点百变色。像不像美丽的燕儿姑张德燕？就燕儿姑。还有镜子呢。你把他给摘。哎呀，来到这个地方我真是太开心了，朋友们啊！手把手教你学柔抓，我教你怎么梳大头，怎么梳大头？哎，我哪有啊？我怎么教您贴片子？你这重要的人脸稍微大一点，我怎么给他？哎，我怎么给他？哎，这个小一点，怎么梳大头？怎么梳大头？所以就这一句。长春贵妇。哎呀！徐锦欢，徐锦欢，你们去唱吧听听呗。这一会儿全给我那什么了。凯哥，你还唱？别唱多了，凯哥。成。你不给他头发挡了吗？你这样。没有你。嘿，这个叫贵妇。风雨诉悲情。还真有懂的，还替李和灯呢，还照李和灯。嗯，不行了，不行了，那不行了，那个不是裤衩吗？那个，不行，太骚气，这是个嘛呀？这个，哎，凯哥差不多了，他已经没有可装扮的空间了。现在贵妇要拜拜了啊！你热吗？哎，差不多，来吧，来说，说，嗯，玩会儿得，变装，开始带货吧。这个呢，哎，朋友们，看看这个纱巾。实在是没得说了，是怎么着？这样还行。哎，对，抓紧去拍三号猎金，抓紧去拍。哦，这样还行哈。这眼镜有点像江柏林。不是，抓紧刷新三号猎金，刷新去拍。这到底谁的直播间呀？待会儿给你那个封杀了啊。不是，小崔，我恳请你封杀我。能看见，哎，这就不容易。这群演员演完出多无聊啊，是吧？哎呦，还知道小镜头，可爱多了。你是不是该配点眼镜了？他说只是可爱多。这谁说的？是欣欣吗？哎，喝口水吧。我给你的，我给你的。来个光剑，把光剑拿出来，让他们见识见识。哟，我的妈妈！谁呀？我看见我妈妈了，妈妈说我们太搞笑了。哟，喂，完，让老家瞧瞧。妈妈是我的抖音好友。妈妈你好，您好，有些下边全，哎，我们喊啊，跟师傅连麦，来，师傅没来呀，今天考试呢。哦，这真是。今天古曲呢？古曲社考试了。要今儿古曲他们唱多长时间？玩笑啊，刚才朋友们。现在来点正文吧。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猫也不咬了。有没有感觉我刚才那比较帅气的？就是高玉凯老师给打扮的啊。海凡开直播是经理吗？那个什么，那个唱歌那海凡。您这好。能看见吗？能看见。这有点这喘不过气来，狗头，来给他截图，唱首白月光。哎呦喂，朋友们，白月光我属实是不太会。白月光，我赶上这个，我赶上张信哲的时间，走，就是我比较晚嘛，张信哲还要早，张信哲先生，情歌王子。这就是暗含着说自己年轻啊！哎，都让他说出来了。确实是年轻一些，挺好。对，有没有什么问题？信仰，给朋友们来首信仰。我那么多，是吧？你知道吗？我爱你。四老师，我终于打上酒驾了。什么叫酒驾呀？酒驾疫苗了。哦，疫苗。联系一下陶云胜，师哥在呢吗？确实有这个，也有从这儿看过，看的。我是不是没开着这个连线呢？开着。我是不是没开着呀？我点的什么呀我？哎，我刚才点的什么呀？美梦成真。我饿了，疼疼啊！我给那谁影哥发一微信。没有。啊，真的。有没有人吃东西？害怕了。我都开着吗？又长痘了吧？什么叫又啊？他长了一颗痘痘。考试通过了，恭喜你。来南京吗？南京刚刚回来呀。我们在南京的时候你来了吗？今天这个色号是456豆沙色。南京没买着票，可惜了。咱们学生的那个卖货的那种哈，激昂慷慨一点，对不对，朋友们？哦，我这儿的吗？激昂慷慨一点。没火啊？这儿。那我抽那个。对，下周三里屯。下周三里屯见。勇哥没回我呢，勇哥可能没。对。长春买票去，哟，九明来了是吧？你们不说的话，我们根本看不见。九明来了吗？九明，连线吗？唱一句《四郎探母》，爱听《四郎探母》。四郎探母就是我们俩呀，去他们家看妈妈去。四郎。探母，这么个四郎探母。天津等消息吧。哎，别直接连呢，直接连人家乐意不乐意？直接连人家要不乐意的。小楼，小楼在楼上，你们可以给小楼发私信给他喊上来。给我发微信。得了，五哥。小贝没在，小贝回北京了。五哥，我不耽误你了。我有点抹盘。我们还回得来吗？回得去，回得去，我们还是能回去的。大郎多高啊？大郎2.14米，
15926，这是大王，大王，这是那房柱子。你说的是你弟弟吧？走，还有勾臭。不，我说的是二武松。别紧张，哎，好，我不紧张。别紧张啊，朋友们，给我点赞起来！哇，有没有看王皓月呢？哈哈哈哈哈！别热闹起来，给我支棱起来，朋友们，给我支棱起来，哎，朋友们，支棱起来，喝假酒了。大郎是戴牙套了吗？我的牙套已经戴了快半年了，对我还不太了解。哎，不对，牙套已经戴半年了。今天就是整半年，哎，好像是六幺。为什么今天直播？今天是纪念王皓月戴牙套戴半年这么一个神圣的时刻。我得上课了，我给你倒醒我。一位少配林鸟，四老师人来疯吗？四老师人不来都疯，人不来都疯是吧？王小疯了是不是？人想听你的同仁堂，同仁堂，哎，朋友们，同仁堂了啊！好，社交天花板，我是社交牛杂症。差点就能给他直播间放了，这说脏话也不行，是不是？不成不成，那能成吗？不行，你看，昨晚上特逗。那有人不是？这是我们著名的五哥。哎，你都没穿裤子，我穿着穿着。穿着裤子。大郎几岁了？大郎今年6岁了。我的天，这美颜事开的有点过分。谁说的？本来就这么尊。我自个儿我都看不下去。对，长得就像人，长得就像人的干爹。因为我得上去了，上去吧，忙去吧。仪式要开始叫我吗？哎哎哎，我就聊张嘉译。对呀，咱们聊会儿，来点骂节目骂的是吧？小钢牙笑一，小钢牙别笑了。我给朋友们来一个小段儿啊，有没有想听快板的朋友们？快板说快板的，我给朋友们唱一段，做个介绍啊，做个介绍，这是王叔，王叔，这是这个著名的快板传人啊，快板传人，人家说了同仁堂，同仁堂啊。少喝假酒，完了，说我喝了假酒了。我不是你放那儿了？听见。有一个酒迷爱喝酒，天天他的酒壶不离不离不离不这不离手。你想吃板面吗？哎呦，骑行车，我的好兄弟来了。谁呀、啊？吃板面。王叔，咱是不是给人来一个什么小节目啊？演你给人演同仁堂吧。同仁堂太古曲的话，有机会还是可以唱的。我是比较喜欢唱的。同仁堂太这个出现的很频繁了，已经是吧？好，同仁堂啊，这个同仁堂啊，同仁堂开的本事了，要不？先生的好比甩手自在王，姚王爷坐在了当中坐，十个名妓列两旁。先拜这个姚王诸位，你看你是姚王爷的大徒弟，这个姚王爷他的本姓孙，这个提督跨虎首领跟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他的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堂口。朱鹤松老师，朱老师，这是朱老师，是，哎，朱老师。我们都是您的小迷仔，这不是我哥哥吗？咱们连会儿麦怎么样？点了一个大口罩，朱老师点了一大口罩，打竹板呱呱叫，您听我唱的大口罩。
这个大口罩虽然小，这点的什么段子？抗击疫情作用药，传染病主要靠飞沫和接触两条道，病从口入和口出，口罩筑起了墙一道，能把那病毒给隔离，堪称防疫的第一哨，所以大家一定戴口罩。好。正。朱老师，朱老师不跟我们连麦。这个，朱老师你在哪儿了？对，狼尾回来吗？这不狼尾吗？哟，有点尴尬了啊！咱们气氛不能那个断啊，朋友们。你是哪儿气氛？朱老师是不是走了？喜欢什么颜色都带，什么颜色都行。嗯？什么时候再合作一次板子活？等你不来的时候。我们俩呀，在相声这个门户里，是一个老师。他是我师哥，他是我师哥。我是师哥，我是师哥。然后在快板这个里边的能介绍吗？啊，他是我师弟，他是我师弟。嗯，太严格。朱老师是不是走了？朱老师，贺松先生走了。四老师可以打狼浩辰吗？凭什么呀？打，给我打他。这个是太无厘头了。九林睡了吧？没有，没睡。九林在这儿呢。九林死了。我死了，我别死，我在这儿呢。哎，我别，这有点那个形象上太美丽。我跟这边喝水呢啊，喝水。你跟他聊会儿。我看不见，太他妈近了。朱老师说我没开连麦，不能啊，哥。朱老师能？你怎么开连麦？又怎么开呀、啊？等我一会儿啊。设置。应该是设置吧？你瞧瞧。暂停直播，你这暂停直播呀？我开了呀，不没事，我肯定开了。模仿一下巨匠，哎呀，那可是，你这不就能观众不是观众连线？荣幸之至。你开你观众连线，你试试。PK 不是 PK， 发起连线吧？发这不是发起连线吗？这里都是卖衣服的。这你别那个卖。我自己好友呢。对呀、啊。别推荐了。不是。你看我都开着呢。你自己好，那就现在朱老师没，不是朱老师，你是不是得那个，他得先直播，然后才能连。接受主播连线邀请。对呀、啊，接受。就是他得先。不是不是，他不用直播，他可以直接连进那个语音呢。那你就是，这怎么连呢？这可完了，好长时间不直播都忘了。没明白，咱这不太会弄这个。我给人发一加油卡吧。你给谁呀、啊？加油卡怎么发我都忘了。哎，朱老师。您好，您好啊，朱老师在这儿呢，能这个什么吗？想跟您连会儿线，朱老师。啊，你们就没开那个损项？在哪儿了，哥？我在宿舍，我在哈尔滨。不是，我说那选项在哪儿呢？嗨，我山西。有人教教我们吧，救救我！哎呀，朱老师太想念你了，救救我！我你不是不吃羊肉吗？哎，看看看看友友们，救救我！哎，怎么？你没播吧？这个手机没直播吧？但是我们在一块儿呢，哥。你们都不会啊？我看看，观众连线在哪儿的？别光说呀。哎，朱老师，这个大口罩都已经糊在脸上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请打开麦克风，兄弟。对，确实是，我知道打开观众，我每天都在，但是他在哪？戴口罩。观众。好，谢谢朱老师。右下角设置拜拜了，没有，拜拜没有这个呀，打上了。哟，朋友们，再见。设置里可没有这一项啊。我先上个厕所。哎呦，这。嗯，这五个。
可真是允许连线三个点两个圈，我瞧你给我，我给你，我来你鼓捣吧，我给你鼓捣鼓捣。哎呀，三个点对吗？不在这儿的吗？这个直播管理不对，确实没有。长得跟长得像链接似的。猪猪没开直播，我们也可以连，因为昨天我就观众连线嘛，昨天点进来试试。昨天就是连哦，尚未开启，你看这是开启了呢。哦，但是 不对呀、啊哦，观众连线、哦、这儿开启，邀请、哦、哎，我这邀请错了，邀请错人了，坏了，完了，邀请错，他怎么突然就他得亏他拒绝了，他是那个朱老师。哎呦，怎么给我们拒绝了？咱们聊会儿啊。对，朱老师怎么能这？哎，这是好 这么多，这是申请的，别申请了就。我看看都谁申请了，来咱们聊会儿。申请咱们就有点那个，这都是胆大的朋友是吧？哎，胆大又心细嘛。这朱老师在哪儿呢？朱老师？朱老师他肯定他不在哈尔滨的吗？猪猪申请。等会儿啊，等会儿，朋友们，咱们先把朱老师。九林今天撒狗了，今儿还没撒呢。咱把朱老师弄出来啊！这怎么没撒狗粮呢？这么多申请连线的朋友们，朋友们太热情了啊！但是就是找不着朱老师了，在对不在这儿呢吗？哪儿了？这儿呢？哪儿？再邀请他一次，看看能他能不能有动静。那不是那个，是九林的狗粮。我等，行，你别着急。哦，热心观众。热心观众要申请跟我们连线，朱和松老师，我们这热心专那个什么专线，要说什么呢？周连九名，九名也没连着啊，现在是。你给这个朱老师发个微信。朱老师不连了，不，啊、嗯，哦，他歇了，那咱就不管了。那咱看看九名老师，九名老师是不是也没在？他敷面膜。这师傅是不是在呢？哟、嗯哦，那咱说点正经了。哟。不是，这是不是？我不知道啊。不是，就是谁都在这里啊。九林，我旁边是郎老师，郎老师旁边是九林老师。哟，哦，师傅是在呢，在线上看咱们呢。对，开蒙，你们怎么还不睡觉？韩先生什么没看见？韩先生，我现在是，主要是师傅这会儿可能有事儿。能不请老师跟他们，看跟老师连会儿啊？这个是吧？你瞧你怎么弄？我也不是，你咱们找一个咱们老韩或者谁的在、哦。他这观众连线，等于一千多人全在这里。连九名，确实没有看到九名。嗯，确实没有连到必要。那就有可能这二环堵吗？这九名在哪儿？拿小二十。连这，这是谁呀、啊？哦，嗯，确实没有看到九明。九林老师想扶娃，我是挺扶娃的。啊，是这有点没话说。九明在呢吗？确实弹幕真看不过来，嗯、师傅可能这会儿忙着呢。太凡尔赛了啊，朋友们，哎，有点找不着人了，有点。嗯。太远了，太远了。你有什么太远了？来了，人要看大狼，我这刚给穿。别动，别动。哟，别动。嗯，师傅在直播间里呢。但是师傅这会儿可能有事儿。你要是想吃涮羊肉啊，再不如吃串儿去。嗨，大声说吧。哦，你要想吃涮羊肉，咱还不如吃串儿。串儿不刚吃完串儿？串儿近呢，你涮羊肉还打车过去，我就觉得，哎呀，没有近点涮羊肉。这附近铜锅拉碗的没有，咱就得那家店不拉碗了，那家店一点就关了。两点，就可以了。你涮铜锅，你还惦记它到几点？那饿了，不是饿。好的。烤牛肉串去，一会儿发微博嘛。牛串，一会儿别发了，太晚了。哎，嗯，大哥，你俩牛串有心情吗？行。
咱们先跟人聊。那就行，就是咱们吃牛肉串儿。我怎么这么饿？我怎么能？南京想看大保镖啊！大保镖，那就再等去南京的吧，看看节目这个能不能轮换大保镖。再去南京就是明年的事了。还是南京的朋友们就明年不快不快了，多一肉啊，多一肉，多钱？想听哭祖庙，哭祖庙有机会，都会有机会的。穿短袖是因为确实很热，真的很热。长春的暖气烧得很足，如果穿长袖就热死在长春。暖气，再不发金威就没了。是这样的，我本来也没有金威，你可以去看一看。没就没了，他也是。你对郎先生还不是很了解。郎先生不熟悉，就是想你是什么说什么的，可能是。金威，他说你再不发，你的金杯就没了。哦，金杯，好。嗯嗯嗯嗯嗯嗯嗯、我们在长春，哎，这个疑问句就非常可爱。我们在长春演了快两个星期了，啊，惊讶吧？我们居然在长春呢！哎，好奇吧？你是不是在别的地儿看见我们了？那是分身。新街口，新街口是不是开着呢？新街口一直在演出吧？那就是几个月以后见了，因为新街口已经轮过去了，是吧？嗯，对，新街口咱没演。来长春之前那两个星期应该是新街口。大郎和谁就旁边那个？哟，还不太熟悉我，就是我呀。本来需要做自我介绍，首先自我做介绍啊，就是鄙人啊，行，给你转回去。凯娟在旁边呢，凯娟在那儿。哟，人说想听大鼓，想听快板，哎。永娟，永娟在楼上。永娟三军，好安静。郎老师啥来？啥时候还来天津？别的没记住，都记住我撒狗粮了。别的没学会，我学会了自个儿夸自个儿。老师。我师傅说什么叫自我做介绍？问你呢？嗯？什么叫自我做介绍？就是我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完了，跟高老师说话还是顶。哎，老师说怎么连？哟，哟，等会儿啊，等会儿啊，连一下，我试试啊。瞎话。弹吉他，弹吉他呢？这个什么吧？哎，师傅，师傅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那什么师傅？您就等于跟我开语音了。我说话你能听见吗？能听见，特别清楚。那这些个友友们能听见吗？能听见，师傅。您好。哎，你是哦？高老师。苏先生。苏老师。高老师。谁呀、啊？我做一次我介绍、啊哦。那个九零。对对对，你差点喊住。我这吃冰棍呢。哟，师傅您在天津的吗？我天津。对啊，没暖气。没啊？没暖气。为什么呀？那我哪知道啊？行了，问暖气去。问暖气。我这开着空调呢。那您哪天回北京啊？那说不好，过几天吧。你都煮这里头了，都想看见。听，有爱的我们也是。已经好久没看见师傅，确实好久没见了。哎，非常想念你。
这你也看不见我呀，看不见。能看见您可以露一个啊，点一下您的那个，现在能对，就是您头像。我也没拢头，你看多不合适啊。没事，师傅，我也没拢头。哟哦，看能看见吗？能看见，能。您点开就能看见。真能看见我？真能看见。您打开摄像头就能看见。我现在正干嘛呢？不是，现在看不见，师傅。哦。您可以手动打开就看见了。啊，这就哎呦，太白了，高老师，这就能看见。哎，高老师，哎呀，嘿，这这算我直播吗？这没直播吧？对，这算就是连线里的打开摄像头。雪人儿，雪人儿，这冰棍咱开一个那个视频那感觉是吧？雪人好吃，嗯。哦，这意思，我没玩过这个。就您一个人了？对呀、啊，要俩人我就得严肃点了。哦。大头回家了，下午那个古曲考试，然后考完试晚上又上的课，一直上到10点多，这是刚回来嘛。哦，我今天是晚上的课，师傅辛苦了。师傅对啊，下午，但是我下午2点就在那坐着，太帅。哎，那个 gay 不是、哎、那个九林、哎、我在这儿呢，您说吧。你咱这儿没有影响啊？哪儿？就是长春还是回北京？长春啊，长春没、那个、长春目前没问题。哦，对，然后北京目前也没说有问题。周一回是吗？对，周一回。那也得做去吧。说是6日吧，拉着我们就做核酸去。统一去啊？对，统一去，统一取。哦，都省事。还挺哏儿。对，那么就那怎么办呢？这回不是康师傅去了，我们都统一去了。这叫什么包袱？黑蒜呢？黑蒜吃完了。哎，哎，你上回在哪儿做的呀？该在红豆。您说，我谁我呀？您说，哦，他你啊？我是我在那什么、嗯、那个叫什么来着？第二医院。第二医院，是捅鼻子还是那个嗓子？嗓子。哦，现在好像没有捅鼻子的。哎呦，太帅了！只要不是严重的地方，应该都没事。烟柿子，咱南京不捅过一次。南京捅过一次鼻子，那是我头一次捅鼻子，挺爽的。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这个九明是不是没在天津啊？九明没有，他在家呢，应该是三里屯他们。对，在河南呢。不是在那个在北京的家。哦哦，他前两天可能回河南老家了。哦，我看这个底下的弹幕，不是不叫弹幕，叫什么，说在濮阳，我也不知道。因为今天古曲考试点他名来了，他没来。哦，上面写着呢，都不去了。嗯，瞧瞧。哎呀，看见师傅都热泪盈眶了，已经。打招呼。哟，你也来了。吃辣的了？没有，是想吃雪人。跟您打招呼，师傅，这来一些。哎，高老师卷。哎，高老师卷。哎，高老师卷。咱们就卷吧，卷吧，给你打招呼。哎，好嘞，没见您呢，多快呀、啊！真快，太快！就是那个高速发票那个。您好，再见，这是两句。突然，师傅，您三里屯能演吗？我三里屯能演，不就演了吗？还真是，活都没报，我演个6。你别那个谁呢？永卷呢？永卷在楼上。哦，师傅，哎。这是空调行吗？这是暖气。这儿暖气还不错。哦哦哦。没吹空调啊，我这儿就吹空调呢今天。啊？师傅，咱那宿舍里没暖气吗？没暖气啊。是不热呀，还是就没安着呀？有暖气片，没有暖气水。哦、没给上，没供上。对，供不上了，就是是吧？就是不是得找物业还是找暖气公司这一管呢？那都找完开春了，这就还真是开着空调，这就忙了，还真是把刘克春开了，这已经都1个多月了，11月1号就供暖了。
哎呦，他老这怎么意思？他老扒拉我，我马上跌脑袋来了。嗯，扒了一地。什么时候和师傅演一场？哎呀，真是！我今天还看这个跟您那个半马褂呢，就是咱们仨那个。哦，什么时候我先演一场，然后再说跟谁是吧？再说合作，跟谁演的呢？先不忙，我先演上。一个多月没演了，快忘了。哎，还真是，这一直有天津也没说，也没说什么时候开，也没说。没有，听信儿。是我先上去了，我是衣冠不整，我先上去。哎，他这个拜拜吧，有点害臊。没穿裤子。这个6.0，我这人挺小啊，我看着我这个小风。哦，您这个不算开直播，就只能有这小块儿。那我等于我那个抖音号里头，人家友友们看不见吗？看不见吗？对，您就是没播着。你们什么时候播的呀？嗯，10点过，快一个小时了。对，过点儿。一个小时。你能不捏我耳朵吗，朋友？嗯，不捏你。哎，怎么挑快板？嗯，拧格儿。拧格儿。九林，哎，高老师，你今天那个撒狗粮了吗？我今天还没撒呢，这不是还没有那个，这不是在外地呢吗？跟对象没法录那个视频什么的。你发的是之前的不也行吗？之前的我这没存货呀，都在我们对象那儿呢。你朋友圈那个公开展示了吗？公开展示了，这不是跟抖音同步的吗？那个，就没想、哦、我想嫂子啊，哦。你管你对象叫嫂子是吗？不是，我不管我对象叫嫂子，叫包裹。他们，你嫂子是包裹。他们管我对象叫嫂子，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嫂子了。哎，对，嗓子吧，人想说。哦，叫嗓子。对象叫嗓子，我对象不要嗓子。就是你干嘛嗓我一下是吧？肚子挺听的。嗯。这个最近没发，等回去再发吧。回去录着。好。录着再发。师傅，您是不是该去顺义了？我上那儿干嘛去啊？就是那个什么，又教课去了？没有，那个目前还没有准信儿呢。哦，那是吃豆儿、那个啊，吃豆儿，吃不豆皮儿，嘿，吐花生仁儿。哦，果仁儿。我们也来个彩虹糖。哎，那个地儿。还没弄好，据说是，那第一波就这137个人，啊，还有几位就是那个什么，由于太优秀了，我们给劝退了。这，然后还有300多人没来呢。啊啊啊！哦，对，主要还有这真不能一块儿教，人太多了。你使相干嘛呀？有一熊猫。三里屯报幕啊！三里屯报幕是咱报吗？不知道，一会儿回头我问了。我也不记得一哥吗？记得呀，一哥的估计。什么问题？一哥爱一哥是吧？屁！一哥是不是还在哈尔滨呢？一哥在哈尔滨吗？一哥在哈尔滨吗？一哥是哪队啊？现在不对，他们应该在南哦，他们没去南京。一哥是3队，他们应该在南京那儿，他没去。之前跟我说在那个哈尔滨呢，在广德楼。我走之前。跟于小怀约了一饭，然后小怀说他们俩没去南京。还是我衣服扒掉，衣物什么太小了？什么叫太小了？哎，是不是这块儿啊？说您镜头吧。那我离近点儿，不好看。师傅，有人问您明天还去天德吗？去啊，我天天去。天德吗？每天我比你们谁去都勤，我每天哎呦风照样。我每天都去，5队在哈尔滨停了。5队是不是还5队还能回来吗？5队，什么叫还能回来吗？哈尔滨能了，哈尔滨可能就直接回来了吧。回来他说不演了就回来了，是不得那个隔离、啊？北京不带玩了，得做那个什么去吧，拿着凭证隔离了。对，隔离吧。隔离这滋味真是太难受了。王小晨太可爱了，确实。行人禁止跨越隔离墩儿。这是什么火？听过吗？行人禁止跨越隔离墩儿。
48小时核酸。大哥来了，大哥是谁？是冯哥吗？对。哦，你好，大哥来了。大哥，大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这边邓大哥来了。哦，邓爷会直播吗？会啊，邓爷那会儿这个玩意儿没有不会。邓爷没播我应该我没让他播过。可晚了，现在。我要改成直播，是不是咱就直播那种？对对对对对，直播连线是邓布利多。小钢牙，小钢牙有啥可看的呀？多难看！钢牙就看钢牙呗，钢牙一咬往上了，到看这门口怎么样，再逞强。你们这个美颜是自动的呀，还是自动的？他自己就可能是我之前那直播保留的那个记忆，就是一直这么美哈。你本来就很美。哟，谢谢师傅，自然堂。哎，说错了。不用又报是？就是我不报他们，他俩进不来呀。对，哎，别呼脑袋了就。有人你应该在后边站着去。我什么？我改干儿子。你拜师。我不是正畸，我这个牙怎么练？你们现在？不是，我没怎么练。这是我干儿，这是王叔。这是我是他们王叔。对，这是我爸爸，反正就是。嗨，你不告我一声。哎呀，真是！我们现在各领各的了。你快过年了，你这师傅讲讲我那王叔那包了。你给讲，来来来，你给说，那是你给讲，主播你讲，你说吧，就是在这南京，我还不说了，刚到南京，刚到南京之后，南京那社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要我们去做核酸，哎，挨个打，打到我们这儿都挺正常的，打到他这儿的时候，他一接电话，喂您好，那头，喂您好，您是王小峰王叔吗？哦，为什么呢？闭住声音。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吧，名字或者比较老，或者是他那个身份证号或者什么资料，人家看头像，身份证号有那个生日啊，他怎么能那么老啊？对，我36年的。您是王小峰王叔吗？你也36年的啊？您也是？哎，我不是。他感觉我那名字比较苍老吧？可能是。然后人问你是跟张林哥一块的？他说对。小峰还行。嗯。王叔，哎，其实可能说的是王师傅，王师傅，跟修车的似的。对，知道我会做这毛竹。管您叫师傅，叫杨师傅。杨也还挺潇洒，就核酸太繁琐不雅。你怎么都给说出来？嗨，没事，节目单快出来了。哎，我就不跟你请假了啊！哎，没事，高老师，那我知道。多问我演，我再告诉你啊。行，您演，您再跟我说。我非常的期待着，对您的演出。哎，给，比如说我突然能演了，你能那个？能改呀、啊。你歇一场，让我替你一场。不是，我倒不至于这样。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呢？就考验考验你。哎呦，把我割成一群的，对吧？这都可以，我别给我。就比如说，就是让你下，就我替你，行不行？那钱是怎么算的，高老师？哎呦。你这太让我失望了。不是，咱得说，太可恶了。你快起来吧，我俩过会儿吧。出去吧。对，人给我割出来了。你这人，他们家像话。大郎该吃药了。这不是吃药的吗？不是，还挺萌。感觉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了。确实不是感觉，确实好久。那你为什么不见过来呀、啊？对呀、啊，我也。我现在我就买票吧，准备。我也播一个吧，要不这是太小了，看不见。对，好，高老师。我哪个就是自动？你干嘛呀？倒立。我怎么我变成我那个？您得自己，您得自己先退了，然后开一下。哦，跟这那先直播，对，然后再跟我们连。对，你把我踢了吧。没事，师傅，我踢不了您。断开了啊！哎，对，您断开。说什么呢我？哎呦，冯哥，我看见冯哥了。哎呦，冯哥您好。冯哥，您咱不连连吗？您好，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嘿，太帅了，冯哥您好。我看见冯哥发弹幕了，得是吧？长春干的，嘴都起皮了。对，一直嘴起皮。
长春暖气太足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怎么撒掉了这一句？我今天看了好几遍，我们俩就是没有他，我们俩和我们师傅那个斑马大郎在长春吗？没有没有，我在北京呢。我不做大哥。视频用些纯油。好多年。用些纯油，我都头一回听这词儿，我就知道唇膏。纯油是什么？这根儿里边。冰冷的床沿。晚上少吃汤。少吃汤。我就吃。哎，气死你！我不是你爸爸吗？怎么就吃？我吃，我怎么就吃？闭嘴！啊，就吃就吃就吃，有点逼爆的，就吃克制，就吃克制。那是不吃，他还是什么都会，你瞧了，可以来一合唱吗？想看我演武训图？想看你演武坠子？武训图，武训图我演过。我演过两次，哎，不是一次。咱俩跟小浩，老师是不是已经来了？咱们可以叛逆呢，咱们可以练一练。看看啊，不是，不是练那个，不是练那个，那个那边那个、MTV PK 那个，然后发起连线那个。不对呀，那应该刷能刷着啊。噔，等会儿啊，我拿我这试试。你试一下，对。如果我开直播，你看能不能跟我连上？哦，狼奔，狼奔，狼奔，砰砰砰，狼老砰砰砰。小钢牙需要戴一年半。钢牙一咬，上上上上，掏开那个门虎子，张张啊！啊，是吧？没开呢。哎，你发过来了。发过来，等会儿啊。你试试，你接受，大家看能不能连上。张老师，您好。狼老师，狼老师，哎哎，真是许久不见。行，快关了，快关了，这回收拾好嘛。破音的，来了，来了。等会儿，等会儿，我怎么能主动连？先别关直播，关直播退。我从这儿退。你都出了，我怎么退啊？连线，连线，连线。然后你别动。我怎么能连你呢？对，他怎么能连你呢？哎，这儿了，行，哎，关了吧，甭管了，可以关了。那我关了。嗯，哎，师傅来了，对了，哎，这回行了，这回就大了。高老师，那个谁呢？九林怎么看不见了？我也直播呢，现在关了，我这也。你快关了吧，可以进来了。你跟谁播呢？不是，我刚才为了测试，我怎么关？我这儿这么退啊？直播结束直播。关你摁那个手机右边那个键。那是关机，你说那是？我知道。哦，这我懂。碰我那是知道，没能耐，这碰我好嘛？吃糖吃多，牙套会生锈的。哦，好的好的。狼儿，你有小肚子？牙套生锈，我得有水才生锈，那都不锈钢的。对，小肚子，你才有小肚子呢。王浩，那是角度问题。王浩宇爱你。我是刘科涵，我看见你了，韩哥。为啥直播呀？其他人直播吗？哦，其他人，你问其他人吧。这个。都谁在长春呢？是不是都在呢？对我们仨，小贝走了，小浩回老家了，凯勇、猴子、老五，老五，这个金一鸣、沈世鹏，哦对，还有这样的，对，都在，差点忘了，嗯，山东二黄，还没见过的朋友，山东二黄下周还真有一个，有吗？有一天，这个今天是下午那个什么，古曲学员考试，哦。晚上那个聋子科上课，吃的花生。这考试人也挺多的吧？就是所有学员吗？对，各个曲种。哎，金强辛苦，四级顺利。各个曲种，京韵、西河、坠子、梅花、单弦儿、梅花，这五个曲种，还有乐队呢。哦，琵琶、单弦儿。还有这个乐队考核。对。六级顺利，真是向他们送上一份默默的祝福。你怎么刚六级，我都三十级了，真是。这级是什么呀？那个游戏应该是英语吧？他英语学的是英语，对、啊、哦，英语三十级。三十级那不玩笑吗？玩笑，确实玩笑。砖八，我也考六级了。转砖堆，长筒转砖堆。来，我记得弄两砖。你这么说不别扭。吕剧没。我们这是曲艺，没有吕剧，吕剧属于戏曲了。这是春哥派来的。谁呀？嗨，
第二批什么时候开呀、啊？这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等这个，现在都不可控。大郎好像不可预知的。你才像玉童，那叫香玉。古曲社大鼓有吗？什么叫大鼓有吗？请问古曲社还招人吗？周放曹有吗？郎老师有吗？周放曹还真有一个。哦，对，有有有。哎，怎么他们说的全都有啊？哎，山东二黄别是五场，就。对，我得给你查。九林都发给他们了。我这是谁呀？我就得发。双簧算曲艺啊、嗯，然后那个什么，你们说拉洋片算曲艺？来场四郎探母吗？这什么？拉洋片。四郎探母是个什么节目？考研顺利。哦。别是五场，那就给他安排到五场。行，我改节目单，我给齐一发一个。为了咱们都不能推掉他们的事儿。好的。人凭什么呀？嗯。学四省，学四省没有了，对不起，失望了。师傅，这个上课现在都是晚上上课吗？就今天和明天下午补取考试、啊，明天继续考、啊，然后只能挪在晚上上。啊，一天没有考完。你已经上了62次课了。太帅了！大郎像个紫薯，他们像成年，他们都上了60来个活了。哇，这么多了！那他这个一共啊，这些学员还真是太幸福了，感觉是。天天没别的事儿，一天3个多小时。那这个3个小时，农子科这还带小班吗？就分各组里还有这么来的？哎呦，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哎，真是太幸福了！现在这些学员很幸运。哎。很幸运，每天呀，嗯，上了3个月4个月了，您都对呀、啊。我是那李祖昌，8月9号上的第一次课，马上就4个月了，因为最近天津没演出嘛，所以就是每天上课。哦，上的频，就下大雪那天歇了一天，然后转过一周是剧场有安排，歇了一天，就一共歇着2天。就这种上课的氛围真是，咱们可以特别的幸福，真是上了一次还是嗯，说一个活比我使撒还累。嗯，我就是已经上整的活了是吗？60来个活了都，加一块啊，整活都六上那个，整还有个活训徒呢。训徒有啊，那他这是反七翻四倍就九令。群口的那上这活他怎么演呢？说给说什么叫怎么演、啊？就是说他上场过演哦，我说这演你等到最后优秀了的话，有地不就可以实习吗？老多一人，这是演的话，我不是为了显脸小，我往前他俩就没地儿了。对，您往前，给我们弄挤没地儿了。我俩上楼吃串去，左拥右抱，一手搂着姑娘，一手搂着梅香。我说那姑娘，我不是李左车吗？有手在，花轮不拉。什么时候继续演呢？您等这个开始恢复了就行了。哎，歪唱。连线的都是小子。有一个侯小楼的歪唱。就是我明天跟这个侯小楼。不是九字科，龙字科了，您呢？还九字科了。没小字科都来了多少年了？18愁不用上。哎呦哎呦，你瞧这话说的。哎呀，期待你们演卖瓜票，您就是今儿没来。刚演完卖瓜票。今儿来你都听见了。都说让我把这鬓角留起来，确实有点太少了啊，这儿没了。你又不剃呢？对，谁让你剃的？这个哎呦。呦，谁来了？怎么了？没谁没来，说你们仨是不是喝了？没喝。还没喝。喝的这个普洱。对，我们有这个普洱。韩九明口风有点像我，好，我谢谢您吧。因为我就比较擅长倒口。不能，不想打他干嘛？哟，高老师，你看这都说让您录这6.0的。6.0不是我录啊，那时候天津队的时候我就想来了，然后老四你在外地啊。录一个你自己，我给你留出几句来啊，你录完了啪塞进来，哎，多哏儿。九林，这是我们爷们儿之间的事儿了啊，就是你哎那边，
就是那个 P 一下，但是现在回去了就非常方便了，可以去找您了。但是你一回去了，你进京得做核酸啊。啊，对。你哪天请假？我什么请假？我请假干嘛呀？你不做核酸不得等一天？别的，南京唱一回古曲，那咱们就只能是清唱了。有那伴奏带呀，咱们是不是？在南京里还真唱过一次这个。下午这个考试还真有几个不错的，各个曲种都有几个不错的。玉哲。一个是天赋，一个是人家下功夫，有点灵气儿啊。师傅，这相声的学员是不是也有非常这个优秀的表友们？有不错的。相声慢的，嗯。一队在哪儿封箱？一队应该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一队应该是在。天桥吧，是吗？我也没算，然后再说吧。咱就到哪儿，咱就安排哪儿的活儿，对吗？这东西，这就是一个感觉呀，和这个努力用功的这么一个啊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形式。大郎这反应是很久吗？长春昨天哎前礼拜一下来着，这就支出四天去了。礼拜一再下来，然后就没再下。长春的雪还挺多的呢，挺白的。天津那雪你们都没赶上，太大了，巨厚。考研上岸，上吧。怎么挑快板啊？没问。快板儿，快板儿是那个曲种，那个乐器叫竹板儿。这个东西叫竹板儿。对，毛竹打尽皆来嘛，就好像那个曲种叫单弦儿，那个乐器叫三弦儿。嗯，就没法说挑这个单弦儿，对吧？对，挑单弦儿，我给挑人唱单弦儿。高老师把我吃饿了，那你也吃点儿吧。快留个狼尾，这不正留着呢吗？哦、嗯，饺子鼠，徒弟有天津人吗？还真没有。哟，还真是。那个谁？小苗他妈是天津人，有一差点。于力的罐儿背的好吗？于力的罐儿背的那么回事儿。于力还在吗？但是他单弦唱的不错，人家别的人问。对，经理，哎，经理过来。哎，跟高老师有联系啊？别摔门呢。我招来了，在这里。老李，哎，辛苦了。你辛苦。你一摔门，我以为那个什么呢？你那俩人这打起来了。我刚才听他姐在路上了呢，我一开门，这你们刚才没上楼吗？没有没有，我没有，他们在路上。那我听错了，以为我。哦，辛苦了啊。您辛苦，拜拜。拜拜。拜拜。烦倦。我听他们在路上呢。他们在楼上，你上楼去。上你出去啊。郎老师会堆雪人吗？我就那雪人。你们稍微断点，我这太难受了，这劲儿。堆雪人会。我堆那雪人让师傅给吃了。嗯，好冰棍儿啊！来天津第一次看到下雪。小雪人。又叫雪。哦、什么叫狼奔啊？上联是小雪人，狼奔。下联我给您配大鱼狗，大冰雹，大冰狗，碗冰狗。狼老师喷香水。哎，我喷香水。哎，喷香水。喷香水，能给我拿香水喝两瓶。哎，给您那个喝点香水吧，活耳的好不好？突然安静。孙老师，你胖了。这刚才是谁来短信了是吧？没有师傅。没有，我那个楼上的沈世鹏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头发撩起来，奔。哦，晓得了。哎，晓得了。哎，九连。哎，高老师。你多少回那个天津？我回去再看吧，因为回去三里屯咱们就演了嘛，然后。哦。我妈那意思，回是三里屯是吗？对，我妈那意思，你要是说
我老得做核酸的话，你先别回来了。然后咱就断绝了，是吧？他也不老欢迎我的，我一看能，他都不回。妈妈就在直播间里。哎，对，都是妈妈的友友。然后他也不老实，基本上我要回去的话就是坐车，但是我妈带着我对象回去，我妈开车一接我就挺好。哦。都是互相的吧，是吧？什么叫互相的？嗓子在直播间吗？嗓子不在，嗓子在直播间是什么意思？王老师头发好厚，嗨，这就是头发多没办法。嫂子在，我嫂子我不知道，嫂子应该在直播间。嗯，他跟我说他在呢，但是嗨。下周开吗？下周开吗？您看明儿十点放不放票啊？我是真不知道。这个可以。这幅盲图是谁的？就林嫂子有点哑，确实，因为长春这个舞曲演出，舞曲演出你也得等这个天津分社开业，才能有舞曲演出呢。嗯，想见我太难了，不难啊，我每天下午在园子上课。那有个大娘天天在那儿待着，这是粉丝吗？还是就是，反正也打招呼。哎，开门口一个，哎呦，就是老太太。哎呦，这是个什么呀？老太太。这是个嘛呀？这是有高个子学员吗？有1.96米的解金学员啊。没问的是学员，手部上课能买票进去旁听吗？应该是不能，因为已经没地儿坐了。手部特写，你跟那个跟永白商量是什么呀？嗯，我的眼睛很明显。嗯，把主板保护好，朱老师主板在哈尔滨练哟。对。不把谁保护好？把主板儿，把主板把不是小主板，把主板儿。哎，我是这么多天，我是天桥，你认识我吗？咱们带好了啊，挂上。哎，真想起来。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真是。咱好，高二还真是，咱好像从这天津一别之后，咱们就没再相见过。对呀、啊，你说你也不来看看我，这不是太不像话，太不像话，赖我了，赖我了。我想看看你去吧，又不太合适。这肯定不合适，那必须得我去。你倒去，我不是，你说我回去你的，你心。钱的多来南京。永掰是谁？永杯就是那谁，就是那个王善勇。王是善勇。哎，永杯在哪儿呢？永杯在楼上。在楼上。在楼上歪着呢。我也永杯了。哎，楼上有个大喜事儿。对，楼上有什么？有嘛玩意儿？有个搞事。楼上有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哎呦。哎，你给讲讲。杨宁微信的师傅说，你现在给师傅发啊？没事，这不是在聊天吗？对不对？怎么还避讳友友们？对，这讲出来怎么了？你说能怎么着？不合适，不合适。就是永白都告诉你们了啊！这抖音连三星堆出个贴纸吗？这是哦，嗨，我以为是刘哲凯是谁呀、啊？刘廷凯吧。有什么友儿不能听？不是你们不配听，那直播间里说。陶阳不在，陶阳回那个北京了。会玩奥恩吗？奥恩会啊。奥恩是什么？我抖音那视频里不是有一奥恩吗？啊，什么那谁来了？不是。奥恩。你给当时发个微信。对，你发我也看不了啊。对呀、啊，您能切住没事是哦。提前祝大家。他怎么能显示那个离开一会儿那个？那个就是掉了才有那个，您要切出去可能不显示。哦，主动那个还不行，就让他主动显示一个还不行。那一般都是卡了。卡拉是条狗。杨浩辰是谁啊？是个考生吧，好像有这么一个。是吗？好像有，现在这个班里没有。是吗？因为当时考试我还看了，因为跟他这名挺像，所以我记住了。但是就还没来呢，这个人。人那要是没记住，还没那事儿记住了。
我就是拿舌记住了干嘛呀？我就有数。赵云一是古曲还是走相声了呀？什么叫走相声？就是说相声。没走呢，说相声。赵云一两边都跨着呢。哎，赵云一是唯一的一个满秦全秦。全秦。不是不是不是啊，他也不是。不是唯一的全秦，好几个全秦。哦、全秦有很多。老齐还全秦呢。哦，对，老齐隔壁那个。好多全秦呢。是因为跟他名字很像，所以记住了，要不然我这脑子这有什么可磕到的？对对，磕到吗？是念磕念磕呀？磕到了，磕到了，你就看看去呗。大四磕到了，这包袱这个还挺好的，我感觉。其实挺无。谁说的呀？挺无。你自己都好了是不是？你这包袱出了。别理我，哎，磕是磕呀，磕是吗？磕什么医生呢？对，磕到磕上，磕到了。就是磕着那磕，哦，我以为是嗑瓜子的嗑，嗑到我这一个九林里。哎，那是臭虫，您说那是？张正，您认识吗？我学员里有一个张正，是那个正，有，不错的。张正讲鬼故事吗？是吧？赵云一还记得挺清楚，没法不记得，我老见着。对，嗯，是，但是讲不记得也是不行了，可能。李国隋。李国隋有点口音，但是挺好。叫李国什么的都这样。还有一个李国文，还第一次喜欢你。王小虾，王小虾不在这个班里，带儿子听相声。对，第一次就喜欢。谢谢您，他还带儿子说相声呢。我们俩还跟儿子呀？哎，你发了吗？没发。嗯，师傅您怎么不见了？来电话，来电话了吧？咱们是不是稍微离远点？这样坐着有点累，腰疼有点。虽然说胖人也有腰啊。光剑变装，是不是？哦，不是让我。哦，孩子十四岁就喜欢上了男孩。什么时候可以录一个 vlog？ 就是 flow。哎，来了，又新打开一包。这边一个花，这边一个花。又一群，嘿，太帅了。听那声音像冰棍儿，康乐，这是小豆的，小豆对吗？高老师，哎呦，太好了，这是天津的名，哎呦，是康乐，是是是，哎、是康乐，对，你看我一看就看康乐的，康宁一乐，康宁一乐，那个康，西藏永久奖，一拥他就挣了，嗯，陈子健。陈子健是我这班吗？我都对不上名字。哦，高老师，这还分班是吗？现在人多呀。没事，虽然分班，但是就我一人教啊。那就不是就我一人，是郭老师来不了的时候，我一人教。嗯，什么呀？原来是七个班，原来七个班，现在淘汰了一部分，还剩五个班。哦，我就跟那个就一溜一溜的那个是吧？是那意思。嗯。张浩森怎么样？张浩森不错。张浩森是张浩森，就是那个挺幸福的。对，挺幸福的。哦，就那个。想看这个？张浩森不错。想看你这变装这花絮？花絮看不了了，都在这手机里，都地儿太大了，都给删了。都给删了。老师知道济南有没有可以学古曲的地方？儿子很想学习。刘文琪没这人吗？班里头可能还没开始上课呢。便利厂，知道便利店。偶像是少马爷吗？对的。空降长春，我不空降不了。唱吧，回头路，别着急啊。迟浩岑，这都不是我班里的。哎，这名字我听，可能还没开始上。那也是这迟浩岑，我听见，这我也记着，因为也是因为像你。哦，还拍了一个照片。在北京吗？在呢，在呢，我们都在北京呢。嗯。北京。我也在北京呢。我们心都在一起。赵国华口音还重吗？赵国华，没个花这个哦，赵国华这些日子没展示。师傅，您那冰棍是批发的吧？是零售的，我昨天那个在网上买的，夜里两点多买的。那过来不都化了吗？人家有那个包装啊。哦，
冰袋。夜里两点多您出去买冰棍儿去？手机外卖，网上买的啊。他有那个袋子，好像能保温嘛，一会儿就送来，我就搁冰箱里了。买了十根儿，那天咱还一块儿吃冰棍儿呢，那时候不知道多少根儿，反正他得够那个钱才给送。那会儿还吃刨冰呢，吃刨冰，着凉两边都有。八月底吃刨冰已经三个多月了。玫瑰窃贼是什么东西？特别想吃这个老大炸串儿。鸡肉串串不是炸串，哪个炸串？就是咱说错了，是老大鸡肉串那个。对，就是咱们一块去的那家。其实啊，吃你得来呀，你不来怎么吃？小区门口的那个炸串特别就是很不错。对，炸串。咱哪天拒绝炸串？有人有事的时候咱去。行，好。您先等会儿，为什么我有事？我走。为什么得我有事？事就是给我们占座去。对，是哎，有缘回来。我一般有事就是陪对象，我也没别的事。哎，不要再讲了。对对，我就是我这人没别的事儿，我这人没别事啊，没别事，反正就是我。王登宇不知道，不是我这班的，就是没开始上的，应该。湖广不开了，已经。湖广那个停车费现在已经不免费了，嗯。是吗？啊，已经开始。咱们呢？就是咱们。对。湖广咱也不演了，主要是人说你们不在这儿演了，这个停车就得十二一小时了。杭州、啊、对，那人对，咱不演我都忘了这茬儿。大黄，杭州会去？杭州美景吗？长春没停啊，长春能停的吗？别停了，咱们是好好。长春要停了，我们现在是吧？我们有点吃饱撑的。张西元也不是我这班的吧？你说的好像都不是我这班的，就是不是现在已经上课的。因为我都没印象这名字。唱歌跑调能学古曲吗？跑调就是耳音不准备，多练多听没问题。这于力是谁？于力是一个学员，就是老那样那个。也不那样。于力单弦唱的不错，真是不错。他唱那太平歌词也不错。才十八。多好。看我项链，这不在这儿吗？湖广为什么不开？湖广内部装修。湖广不演是因为湖广内部有这个改造，对，装修重装，然后以后应该还演。嗯，有机会。有四次光剑变身，我这个他说思思，我呀变身变不了了，我光剑了。你是抖了一包袱吧？师傅，乐吗？现在？嗨，这个确实是。不是于成立啊，于力于嗨，跳舞去。相声班还要女生吗？高老师人还要女生吗？不，已经招完了。招完了。男生女生现在都不再招了，就招完了。济南什么时候开业？济南快了，再等等。快。这叫什么回答？你给人准信儿，快了快了，他也说快了。你给人准信儿，你来，你给我说一准信儿，对不对？要开不了你眼睛，你去啊。我们的心永远和济南朋友在一块儿。这么说，我的心是跟济南朋友在一块儿。对对对，济南对象是济南。对，我的心在一块儿。你对象是济南的？哎，山东济南府。嗯，济南。哦。你有病吧？古代历城县。对，我对象不是秦琼啊。谁问你？大郎有耳洞吗？没有耳洞，有耳屎。一会儿就有了。我给他掏过。就是避住，有点无聊了。别住了、哎，你这种回答真有点让人比较那什么。你甭说我，甭说我。给我避住了。哎，没耳洞哪来的耳屎？这是。哎，这对，这还真是。这个话说的确实。这个洞，谁耳朵没洞、啊？这包袱确实可以说是。什么包袱？他说没耳洞哪来的耳屎？
没明白。这说城门楼子，那说胯骨轴子。哎呦，吓我一跳！我不爱。耳眼上炸糕嘛。三庆园，哎呦，三庆园咱还去？三庆园如果天津不演，咱就去呗。郎老师香水是什么牌子的呀？那你得看你问哪瓶，我有60多瓶。咦，郎老师就是卖香水的。嗯。太厉害了。大冬天吃冰棍就应该冬天吃冰棍，对，夏天不要吃冰棍，夏天生物学，对，夏天喝开水。就经常喷，我60多瓶都经常喷。金龙鱼啊什么，我用啥香水啊，我就是多芬呐、啊、必仕啊，对啊，对，舒肤佳呀，玉米镜呢？哎，我这屋不热，我这屋空调没开。你怎么出那么多汗？你出汗了？热呀，我没出汗呀、嗯。他搂着我，他能不热吗？就是。林永刚怎么样？林永刚是古曲怎么样，还是相声怎么样？林永刚。寒暑不侵。不是寒暑不侵，就应该冬天吃冰棍儿，然后呢，夏天别喝很多冷饮，不好。怎么我蹭你身上的味儿？台上出汗是因为热，确实热。长春这个灯光，林永健不错，林永健。灯光好的，会很热。这个长春这灯光现在往直接往脸上打，有点热。咱不是哦，你们跟这个些个学员们都认识是吧，所以呢替他们问一问都挺好的，因为刚考过试，就不好的或者稍微差一点的或者比较忙的那个就都那个已经就不用来了，所以现在留下的都不错。有淘汰的吗？有啊。有出汗会化妆吗？我们上台没有妆，哎，都快说出去了。哎呦我天，我坐坐直会儿了。就古曲那几天，演古曲那两天化妆了。相声平时是不化妆的。对，都得唱快板的时候才化妆呢、嗯。上台刮胡子吗？得刮呀。我今天好像就没刮胡子。没有胡子。我也没刮胡子，因为我不上台。对。完了 ，barbecue 了 ，barbecue 了。白衣服小哥哥是北辰的还是武清的？问你呢。白衣服小哥哥，我要是白衣服、哦、他呀。啊，我是那个台上的。我是北辰的。我是昌平的啊。我是北辰的。北京昌平区。我是北仓的。我说的着吗？北仓的。对吧，昌平的，你看看，哎，今天这个直播间里边有昌平的朋友，给我点一个那个，就说一个我来自昌平的这个，哎，我看是我、哎、有没有？台上高新浩不认识，没有，不是没来上的还点，有海的女学员有几个？女学员好像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吧？怎么了？五六个。这么说，我来自北京，肯定真的。我来自北京，我也来自北辰，哪个？我来自北京，昌平待2年，哦、现在在北辰哦，我不在北。再来一根，已经吃2根了。再来一根，不能再吃了，师傅，这别吃了。对，也不能多吃。我等过12点，就算明天了吧，明儿再吃。哦，没事。嗨，国际鬼才，都有小，大雪人。小雪人，我姥姥家北辰，哈哈 哈, 哈，也是北仓。哦，你在昌平地铁站附近，还没回去呢。现在乐吗？不是，不是说乐，人家说在地铁站附近呢，证明这都能看见咱们。我这一回昌平，我要在昌平地铁站，估计就是能把我认出来了。你说完了吗？你话太多。我在郎老臣心上，我在郎老臣心里。我还来自喜马拉雅，不是马兰西，马来西亚。我来自王小雨哦，羽毛球健将，了不起。冰棍儿吃的冰棍儿，2根都是冰棍儿。
心上人，羽毛球打得太好了。我来自深圳，我来自北京，确实挺好吃，确实挺好吃。志明先生，挑帘裁衣，伴奏是王玉书吗？您问的还挺专业。这个马先生93年办的那个个人曲艺专场里边那个《西书别凶》，那个伴奏是王玉书老师。其他场合唱的咱就是不好说了，我只能告诉你那个是王玉书老师。沙河镇，沙河，穆奥，穆奥也不错，穆奥是那个曲艺班的，他是不是在咱这曲艺班啊？是原来人大学就是曲艺班的，真不错。哟，来自郎浩辰怀里，是吧？哟，古曲学员真不少，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今天我推个门一看，好家伙的，真得有100多人。连那个伴奏啊，100多人。清华在北大的西边吗？对不起，这俩我都没上过。应该是在，是应该是在东边吧？因为我那会儿啊，我那个那我那4年是在那个那个地方啊。说完他，我在那旁边那报刊亭呢，我在那一直吃冰棍转悠。哦，这是走错屋了呀？嗯，走错屋了。嗯，来自樊小棠怀里那个，去回去吧。走错屋了。什么时候开课？不是天天开课吗？您说下一批什么时候开课？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是不透露啊，是超人。要是我知道不能告诉您，那我就跟您说。我但是确实是不知道，是没定的。樊小棠什么时候直播呀？樊小棠一会儿直播。樊小棠是不是前两天播呀？我看过他。可爱吗？他可能是播。播没有点可爱。嗯，有的弹幕就是很樊小棠不就是樊泉林吗？对，现在我基本上都能说对了，都能说对了。嗯嗯，范萧琪这是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多火呀，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老派派是谁呀？老太太。老派派怎么样了？我那不知道老派派是谁啊。对对对，我是不是把抖音私信给关？哦，对，我关了，我好像关了，我也忘了。头龙不是129，那天又重新统计一下，是137。137。对，最后剩了也不多少，我就记不住了。等着吧。哦。然后还得再考。那就不知道了，那是他们以后还得再经过一个阶段呢。哦。真是确实很挺紧张的，对呀、啊，有那学员真是特别紧张，看得出来，但是唱的都是不错。甜甜真播，真的，你问他去。没事没事没事。甜甜就是樊小棠吧？樊小棠，对，因为他确实够甜的。四四好可爱，给彪哥梁辉打灯谜，这是什么套路？哦，彪哥打灯谜特逗，嗯，我给彪哥量过一回五红图和一回焦地租，过跨度15年，抓回来我是祖宗。杭州专场啊，前些日子有一个在杭州附近的那个，那也不是在哪儿，后来不是推迟了吗？有老四，是吧？对，
是在杭州吗？萧山。哦，萧山。萧山也是在杭州附近吧？杭州附近。那是推迟了。对。11月那个14。哦，不知道，那我记不住了。你们都不嗨了，你赶紧嗨起来呀！哎呦，让我们嗨起来！我们都不嗨了。为什么叫老四啊？因为我到岁数，因为我特别，我这范儿特别老，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今晚能听见"生日快乐"这四个字吗？他已经说完了。过20分钟再说。对，过15分钟我再说。今晚王叔还真有跟我叫王叔，他的羽绒服跟我不是同款，他穿的是我的羽绒服。那扎的是我家，这不是他那羽绒服是那个高科技的那个，就是一摁。就您比如说哪位您见着他拿开水一泼，他能变色。西安真的没有了吗？西安一直有啊，好几千年了。哎哥，是不是点外卖？外卖了，他们的那个，他们出，他们那个，他们那仪式，仪式是还没完事儿呢。哎，这刚刚开始，估计是。你跟高老师说了吗？我没说呢。你说说，你发条微信。说说什么事儿啊？谁的事儿啊？先告诉我。这怎么聊呢？哎呀，不，你们要说的吗？他不是我要让你们说。你发个微信，给你发一下啊！你要不发，我发。永卷啊？不是。啊，嗨，这都是人隐私，咱别跟人瞎说，是吧？对吧？人隐私，不是 gay 的事儿，随便说。你就拿你拿你手机，不是他不发了吗？哦，转过来，是。咱那个什么吧，要不咱断卷吧，因为你们也都不嗨了，都是吧？没事，师傅，咱聊会儿吧。你们有点拘束了。不拘束，别拘束啊，嗨起来啊！大郎好乖哦，这不是吧？按八十二是个单独的段子吗？哎呦，这就不在这儿解释了。这课上解释够16000多回了，净问这重复的问题。这班上，天天净解释这个。嗨，可能是妹妹。哟，这是这样猜着了这个？有吗？有。哎呀，什么时候？就林老师抖音私信还打开，我们看吧。是不是您看一眼微信吧？您可以看。Hello. Hello， 朋友们。还有水？有，在那儿呢。喝口水。喝，我也喝了啊。您看完了？回来了吗？哎，回来了。那还，我就不跟你回了。哎，好嘞。来一点稍微的，这都哪儿焊哪儿，是吧？对，哪焊哪儿。楼上正摆桌子，楼上。哦，今儿个是吗？对。好家伙，赶紧，今儿这日子也好，是吧？这个叫什么？对称日，正好互为。真是。哎。他们说12点之前能结束这仪式？好奇了吧？嗯、哎。咱们给他们留意，要不然到明天就是那个1、2、3的日子也行。哎，今哎这对称日还真是挺难得的哈。对称日对啊，1202。下一次对称日是9年以后，所以你赶紧。我们衷心的祝愿师傅永远对称，永远开心，永远对称。这事儿要找底。不是，就说永远这个左右均匀平衡，就这个永远对称，开心，开心与快乐并存。你别说话，你这是法院。哎呀，对你这没有啊？对，好奇吧？9年以后奔三了，还是9年以后都3多了？哎呀，谁奔三了呀？9年以后才奔三，现在咱都已经奔着三去了。对，一定珍惜时光。9年以后才奔三，证明9年以后他20岁，他现在才11岁。20多也是奔三的，这东西。哦，哎呦，一过20就奔三了。
对呀、啊，你看，他九年以后才开始，不是他不是他说九年以后他已经奔三，就是刚才不是说九年以后是对对生日吗？对，我以为才十一岁，已经奔三，十一岁他看跨年或者封箱能跟于老师再合作吗？你等我先开开箱啊。哦，我现在已经不挑跟谁合作。九年以后我都20岁了，还真是。郭霄汉他们什么时候摆支？不太清楚。这不怎么笑。先那句、啊，说相声的都是坏蛋，让人好奇。对，真是，真有人说你是大傻蛋，是大坏蛋。大坏蛋，打死你！打死你！什么时候再和史老师合作？这不解答过一次了吗？借人链子，没找我借链子，他不需要。连阿桃嘛，阿桃找他借过链子。对，朝阳师哥找我借过链子，然后我也。何全瑞怎么样？何全瑞怎么？何全瑞坐着挺靠前的。嗓门声，嗓门声挺大的。对，一个月没演了，撞三回。怎么能收我当徒弟？嗯。先给人开灯。大郎几条链子？哎呦，四五条吧。你睡了没？睡了。什么问题？嗯，我看啊，感觉马三立先生很多作品就一个包袱底，现在没法演，哎，分怎么演，你是怎么演，很多节目都能演。吃的是黄豆，不是黄豆，花生，果仁。花生豆。什么时候给栾队捧一次？那得问栾队什么时候愿意斗一次。师傅老吃豆是什么意思呀？那不是师傅。这话怎么讲？师傅是我们的爱豆吗？丢破爱豆的笑容。还有这么一句吧？有有有。完了，BBQ了。完了，芭比 Q 了，穷哈哈！月哥破包之王，谢谢，我不是王叔。月哥，你又是月哥了？哟，我应该是王叔。啊，对对对，五一快乐！这有人问你想收他徒弟？607。看见了，我看见了，哪儿呢？607是谁呀？607嘛，我这是，哦，我这是604。最爱607是啥意思？一会儿跟你说。哦，不懂这个。咱俩这蹭饭的是有点那什么啊？咱俩少。我们对着对歌是什么呀？我们对没有对歌吧？对，咱们对趁我不在弄出一对歌来是吧？倒还没有没呢，没呢。哦。我们是嗨冲，那个什么，这是对歌啊，是人来福林的广告。队服有，队服就是那个黑大褂。这个要是每一场都穿一身黑上台，也是挺哏的。我们今儿差点给老五寻了一个红大褂，然后穿上进来的。哦，我以为寻了一个义子呢。这不用寻吗？什么叫对宠啊？都宠他。就这一个对宠的一人。谁是对宠啊？人家对宠、啊。哎呦，李云林。我们这儿的对宠，那就得、啊。就您知道那茶宠吗？跟那意思一样。哎，就往上浇开水那个。对，你看那边他这个越跳越发愣着呢。对对，越什么？越发愣。制作是按什么标准分的批？是按能长期在天津居住的分的批，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在天津这个剧场上课。你那嫂子有点远、啊。他们都住在天津，不走。李云林，哈哈哈哈哦。就这些学员有。我要是卖鱼、啊。我想睡觉，你快下播。凭什么？就是你睡你的。留过胡子吗？我留过胡子义老师，结果他没跟我吃饭，他走了。老五的义子是李云林吗？不是啊。现在不是了。不是，这个一直也不是。对。这我得更正一下啊。
五哥是他爷。好家旁边是四哥吗？旁边不是四哥，旁边五弟，旁边是这个。打游戏从王者四其实掉到新上，你这俩哪个高啊？哪个不挨着？就我俩眼镜还真是一样的。我们俩一块在那个潘金莲配的。对，我给他砍的价嘛，当时一个老妇女，他带我去，他也跟老妇女聊天。那个买一赠一，他们这个啊，买一赠一的，去过杭州，去过，没赠一。这俩不挨着，我给他砍的价嘛。他给我砍的价。2015年跟我师傅去过一回。哎，咱们还不还碰上了吗？大郎是不是不近视？而近视我不就戴眼镜了吗？6.0啊，6.0你得等我们见着面啊，见着面就可以。这回多录点。买过相声票吗？我还真买过相声票，那时候我也听相声，6块钱一张票，6元到10元不等，啊不是不等，就这两档，6元或者10元。哎，我鲍老师什么时候出差？您问的太好了。都期待着您。燕乐，对，我就在差上的。困了就去睡吧。明天是不是啊？明天也看不见。困了就睡去吧。摔镜件你是打不了吗？他来那镜件，对，摔我。哦，还加班呢，好家伙，加班看直播。啥时候回石家庄呢？一会儿吧。德云社全部师兄弟我都认识吗？哎呦，哎，这活珠子怎么都失望？怎么都认识？哎，还还有啥了？啊啊啊啊！活珠子吃，挺哏儿的。活珠子是什么意思？活珠子就是那个鸡蛋呀，没类似毛鸡蛋。对，类似毛鸡蛋。哎，这么一点。活珠子是什么动物的？是鸡蛋是吗？鸡蛋。活珠子就是人工种植孵化。哎呦，多恐怖啊！毛蛋是毛蛋啊，活珠子是活珠子。毛蛋就是对他最近对这活珠子有研究。毛蛋就是这个没孵化成功的，活珠子是人为种植的。没吃过这个，没吃过。好像是南京的一种发源地的一种小吃。所以准备给您带一点回去尝一尝。我这就不涮卤了啊，不要。嗯。胚对胚蛋。播到明天早上6点，不行，我困了。打灯谜说过这个，打灯谜我说过毛蛋是吧？毛不记得了。说打南边来一毛蛋。吃过活珠子毛蛋，我都吃过，长得还挺好看。南京啥时候卖站票和挂票？您等我们开了票啊。喂，师傅，那您这最近这个就餐就是自己点一点？老友记，对，自己点一点。我不愿意出去吃去，麻烦。林永刚感谢我鼓励哦，继续努力啊，不错，挺好的。喝点水，没有水了，没有水。龙字科的消息说说，龙字科的消息没有说什么呀？您想知道什么？就是下一波上课时间待定，现在是这头龙的，每天在上课。哦，人要是可以光合作用就好了。为什么呀？您要是弄一身叶绿素，那玩意儿多闹的。光合作用，白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晚上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叶绿素，光合作用。对，这是光合作用。这是光合作用。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
这是生物科学。对，我们那会儿上课还拿那个望远镜往里看，那叫显微镜。显微镜，显微镜，显微镜。你看人洗澡时候用的。对，看看哪个螺旋。对，谁的洗发水？四十倍视野。喜欢吃哈尔滨烤冷面，喜欢。细胞壁、细胞核。哈尔滨好久可没去了。植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共有细胞核。同事叫叶绿素。细胞膜。细胞膜。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炒饼，炒饼也好。植物细胞才有细胞壁。线粒体和叶绿体有什么区别？那当然有区别了。哟，这确实是。专业的问题，嗯，这不是就是咱那学，就是咱学的那个吗？咱现在不是上网课吗？对对，没得干了就学这个。对，这跟老师学一学生物。ATP， 哎呦 ，ADP 加 PI， 呵，太亲切了这公式。开始卷起来了，大伙儿都开始卷起来了，卷起来了。卷谁啊？大四了，还有，不是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弹幕卷起来了啊，都骂起来了，什么意思？三磷核酸苷，三磷酸腺苷，对，核酸干嘛？三磷酸腺苷好像离不开核酸了。物理怎样学会？物理其实挺简单的，这个简数分裂怎么又简数分裂呢？你们这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物理啊，真是啊，我不知道你们什么程度啊，就是什么年级啊，物理我是觉得。比化学简单。嗯，我初二的时候，哎，不是高二的时候，那物理成绩一直在下滑，但是也没低过95，就是那个单元测验那个分儿，高级分99、98、97.5、97、96，你反正都在95到99之间，也没得过100。化学多简单，化学你得分什么年代，满分100啊。化学分析化学我就闹不清楚，有机还行，有机还行，分析化学不行，生物化学也不行。听课了，嗯，大本花听懂了吗？那会儿背那什么方程式还真难，化学那个是，嗯，化学方程式，化学方程式吗？配平。配频 CH4 甲烷，这个做实验，那个往那个试管里边吐那个唾液，对，滴那个东西，哎呀，对，酸碱度，高锰酸钾，对，高锰酸钾，这个我们长快板的有时候还用高锰酸钾，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个就使这个毛竹啊就能变了颜色。我成绩不太理想，因为我是文科生。我那会儿高中啊是这个学校分那个六科班和三科班，现在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我们那会儿选不了这个文理科嘛。这个高一和高二我是理科，除了语数外呢还有这个物理、化学、数学。嗯，语数外有一个，除了语数外啊，除了语数外，物理、化学、生物，生物。然后后来这个高三我就分那文科去了，就学史地政了。然后我还挺开心的学这史地政。后来我们分那个叫六科生和三科生，就是通过一次摸底考试啊，就看你适不适合学本科还是学文科，不是学那专科。考完试人告诉你不是干这个。对，我说我穿的像干这也不成，然后。一班和二班是六科班，我们三班呢，这个有一半是学六科的，有一半是学三科的。然后学六科的时候呢，我们这帮就睡觉，或者就可以听啊，但是老师也不管你们，就这么一状态，所以就给我学糊涂了，我感觉。还是得多学学，有好处。对，也是挣钱挺好看的。文以西什么的比较乱，那我现在都忘了。学的时候还行，但是那个大学那个分析化学确实挺绕的，就有机还行。有机，本环上面叮了当啷挂一堆东西，多有意思。感觉这化学和这个物理实在是学不会。物理我行，
物理打一根上就行，也搭着我高中班主任是物理，所以我这比较被动，班主任哪科哪科学的好。生物和化学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学是水产养殖专业，为什么学这专业呢？因为高考成绩不大理想，只考了447分。哎呀，满分是750，然后呢只能报考这个学校，因为当时的农林地矿油是降分提档，才有可能考上。这个睡着了是一方面啊，睡着了反正高三成绩也是不太好。然后这个水产养殖专业呢是当时的叫是重点发展学科啊，是叫什么的，反正这么个专业，所以呢就上的这个专业。我也不是说从小酷爱水产艺术，不是水产艺术，酷爱水产艺术。现在填表都是自幼酷爱相声艺术，可以说是高爱，可以说我复读没有这个打算。这个高四啊是很难受的，这个我当时高中那班里头就有复读的，最后考的也一般。但是我们学校除了那个戒毒的不算啊，就是正式在校的学生，我们是100%的本科率，或是我们年级我们那一届，所以说我在班里头高考是倒数第二，班里倒数第二，倒数第一也是本科。当然了就都不是一本啊。师傅，您那会儿有那会考吗？会考有啊，会考就很简单，会考是高一暑假还是高二暑假会考吗？会考简单之极，会考就是拿一般的都高中毕业证那个。对，一般就是半小时之内就交卷了，过半小时交卷就寒碜。我有一年会考完喽，都交卷早啊，然后出去打台球去，我这印象特深，就这个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拿杆儿吗，照那案子上汤了吧，这就豁了。哎呦，那案子边汤着就豁开了，这整个掀起来了，那就会考完了去打台球。太兴奋了。那不兴奋，那会考就跟那个写作业似的，写完一交就完了，那就会考都过。没听说过有会考不过的。我那会考就两科没过，然后找着别人去留说出来了。那你不行 啊，会考再不过更得了。好歹我也是重点中学那，儿不是干这个。不是我那个会考，那化学那个物理实在是过不了了，我一看别耽误那功夫了啊。老凡尔赛了，没凡尔赛。会考确实，你们有觉得会考难的吗？没有吧？除了老四，老是不是？提前交卷，学习好的。学习好的没有提前交卷的，谁说的？我们都会考，不就写完就交吗？又不是高考，高考我们也有提前交的，但是我不提前交啊，我都睡了。师哥，师傅，这个陶阳师哥来了，陶阳老师来了，在哪儿呢？连着那个评论了一下，说什么了？农学院怎么没有学种植业？没告诉您吗？当时叫水产科学系，水产养殖专业，这一系就这一个专业，但是呢是重点发展学科，所以就报的这个。还有什么农学呀，什么这个园林呢、园艺啊、食品呢，还有计算机什么的吧，那我就不记得了。计算机二级必须得考啊，计算机一级二级也挺简单的。师哥干嘛的？陌生的城市，园林的来了。你看，水产养殖都养点啥？主要是淡水，鱼虾蟹贝。这是淡水，鱼虾蟹贝就是在淡水里边养。对，主要是学淡水鱼，海水少，因为得食用啊。鱼虾蟹贝，基础课普通动物学、鱼类学。专业课什么饵料学呀，什么这个病理呀，病理学，
什么的，我都记不住了。毕业这么多年了。曹云胜说：“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师哥，我理您了，师哥，咱连连吗？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我，这陶云胜在哪儿说的呀？在那评论里，在我这儿的时候。嗯，哦，他没在陌生的城市啊，他在北京呢。他是说他那个什么呢？他可能是正在逗这个给我的，对对对对。陌生的普通动物学有解剖课有啊，解剖课是必须得有的。那个时候净做实验，解剖课都有实验，解剖对，弄那兔子拿那个乙醚。给它闷上，活妥吗？多新鲜呢！那是那为科学实验就没办法，乙醚。师哥不见了，好像还帮助了一个观众答题，我记得，因为我在台上使这个嘛，拿乙醚给它闷上。那个观众朋友是学生物的，然后呢，他有一个这个方法，就是乙醚考试的时候想不起来了。就想起我这活来了，然后填一个乙醚。啊，陶阳问我吃了吗？吃了，跑您那儿去了，吃两根了。你看，还有很多的豆，一会儿再来一根，再来一个豆。明天返场能唱个啥美案吗？行，唱一个，没问题。明天什么都唱完了，明天唱一个什么节目？明天你来吧，我就唱一个。对，不来。明天什么节目？明天炸美案。明天炸美案，炸美案，对，我讲炸美案。哟，于宝林那，于宝林，疯吗？炸美案那多新鲜的东西。中戏要增添相声专业有啥看法？中戏原来一直就有相声专业，是大本吗？这个本科啊？啊，哟，那好啊，增吧，好。小福州张希望各个大专院校培养出。师傅，这个张希尧是您那个学员吧？对，在你那儿呢。嗯，对，在我这儿，我看见张夕瑶了。你好，张夕瑶捧那个麦唱，他让你明天跳个舞，麦唱捧的不错。这都是上台说的少，能正常吗？那天还聊张夕瑶。对，陶老师，陶老师呢？陶老师都跑了。中戏应该给我个教授，我看我像野兽。我就记着我们那会儿那个拿那手指头捅那个左心室右心室，对，不是他就是心脏嘛，心脏没有活的吧？你就是死的一大疙瘩，然后不是他是找模型吧？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哼哼哼那种 pig， 就说出来就行。青蛙，然后往里捅。青蛙、兔子。还有什么鱼是只是经常的了，我天天杀很多鱼，罪孽。那就等于是每个人面前有一只兔子。是吗？小白鼠没有，兔子是每个人还是两三个人？我忘了，不记得。一块解剖，哎，看看这个。小白鼠没有。您不是还半夜看那个？半夜看那鱼什么时候死？对呀、啊，那是头一个那个。毕业论文的那个课题失败的那实验，就是鱼类的增氧值就这么粗这么高一个罐子里边是水，然后闷上它啊，开始计时，就看它这点水能够它活多长时间的，然后再算。哎，半夜盯着到一定得盯着它什么时候咽气，要错过了等于就白费劲了。好家伙，就跟那盯着沥青往下滴那个实验一样，好几十年才滴下一滴来，结果买咖啡去了。没有，买咖啡去了。对，后来才安的摄像头啊，就对着他录了，就不用人专门盯着。这事儿，看沥青滴下来一滴那个。嗯。啊，他十好几年是好几十年才滴一下，结果买咖啡去了，回来滴完了。哎呀，抖音上我刷着过。没注意，解剖过蛤蟆。这个增氧值，就大半夜的，就这钟点刚开始，就在那儿盯着他，俩人倒班，你不可能老盯着他也不行啊，是吧？高老师呢？这个解剖什么的？哎，一到解剖他拜拜了。不是，只是说这他怎么？你刚才断了那解剖那儿。我说这个解剖完这兔子呀是什么的？是这个蛤蟆，他怎么处理呀、啊？就拜拜了。
扔掉。哎呦，也不是说送哪送食堂什么的也没有。别解释，解剖完了给吃了。挺脏卷的。那鱼好像是送食堂，我就忘了，因为原来那时候叫黄嗓鱼。黄嗓鱼就是嘎鱼。啊，嘎鱼我那时候都叫黄桑鱼，每天都是杀很多，就地下搁着那个那个筐，不是筐了，就那个箱子里边都是这个鱼。天天的做这实验，主要是没有嘎鱼，对，好吃，味道极其鲜美，肉质特别细嫩，嘎鱼有刺儿，大小那刺儿还有毒呢，对，那刺儿有毒，还有油呢，还有毒呢，还有毒呢，嘎鱼力来了，哎呦，嘎鱼就是那个贴锅王小鱼里最多的啊，就那个有俩刺儿那个，对，那好吃，嘎鱼英语好吗？红烧兔头，嘎嘎香，好。红烧兔头，淘淘，王辣丁，对，肥头 just so so， 鱼龙板戏这是陶阳给起的，说有不是给他起的，说有姓鱼的就叫鱼龙板戏，兔头不吃，看着可怕。兔头吗？最近为啥叠死怪，是吧？因为他不是恶心心吗？怎么叫叠词？就是恶心心，我就是加一个叠词。笑笑哈哈。吃饭饭。啊，对，吃饭的饭。包在哪儿呢？唱板板。唱板板。唱板。于力今儿背了一个浑忍，又背错了。哇，于力还挺火。还有一个叫什么特别火的那个，那别给他养歪了。哟，看见谁？杨静。王浩月呀、啊，王浩月月，那不得是王叔叔吗？也是重叠字儿啊。红伞三白干对，干饭饭吃饭饭、哦、干饭饭睡觉觉，唱板板、啊、唱板。阿桃，阿桃在哪儿呢？在您那儿呢，应该是。啥月月？啥月月？王月王月月啊，对，穷哈哈，对，穷哈哈，穷哈哈，损伞伞，损伞伞。睡觉就你们是就是想起茬来了就播一会儿是吗？对，还是跟谁连线？头一模，头模，昨天跟老韩连了几分钟，老韩就下播了。然后我们也昨天韩九明播的时候我看见了，怎么跟他连？王叔叔没连叔叔，我就看见了。傻抱抱，跟他就别连了。跑，哟，他可能在呢，是吗？没事，那怎么了？对呀、啊，那怕什么？没事。我给他评论了，人家里边有一个我也不认识，在那儿唱那个京韵，他都给人拍乱了。嗨，我说你都给人拍乱了。他看见了吗？看见了。老韩就嗝了。嗯，老韩有点意思。晚安。得空跟韩先生聊会儿。李振威，不认识。哦，你说跟他那个韩九明昨天连的那个。对。李振威，那我记不住。看完春山书跟哪儿练的？岁数吧。哦，我看这个春山大爷还经常的直播吹口琴，吹口哨。春山大爷，我也大爷了。春山，他对他在哈尔滨呢，他更得直播了。他那不他歇了。哟，对，就是他那边。休息了，嗯，韩先生看我这比难产，是南京能不能多返场？南京能多返场，就是一场翻好几个啊。对，但是你得看让不让演那么长时间。你正佛演春山他对他口琴是上学时候学的，嗯，南山的他的会的歌还挺多的，有的用看谱子，有的不用看，他是各种调的口琴他都有，一到外地演出去他都带着这嘴口琴。王恩喜小朋友不在上课，哟，是不是跟您说上课去了？那您再问啊。哎呀，有个小孩叫王雷西啊，已经不上课了。上课去了。哎，你出国了？不是王雷西，王恩喜。挺多那边的。不是王恩喜，王恩喜。我这，我待着啊。咱换个地儿。换个地儿，师傅，手机没电。高老师会啥乐器？笛子，笛子。竖笛，竖笛。苏珊娜，苏珊娜。笛子独奏，我还反把正把也行。哆来咪嗦嗦拉嗦咪哆来咪咪来哆来。
哆来咪嗦嗦啦嗦咪哆来咪咪来来哆哆来。然后还有这毛竹。跟开会似的在。我的八角鼓好。还搁这儿呗。我那八角鼓年头挺。这太高了。就搁地上呗。哦。哎，你坐中间。坐会儿这。叫他中间了，他又哎呦。换了一个地方，看左边一个花，左边一个花，右边一个花，来一个花，一个花，石榴一个花，旁边一个花，这是老鹰的小嘴巴。你最近看那个郭氏翻花，还真是比较教你八角鼓。这鱼龙百戏就是鱼力是吗？王叔 C 位，王叔 C 位了，我也，你也王叔啊？对对对，什么时候直播展示一下？哦，你能不能我也没带着，别老隔着我就不行，怎么回事？这手，四老师发型太像杨继明老师了，哪有四老师，这就是杨继明。今天的观众很热情，对对对，对对对，可能拍光剑变装吧，光剑变装是什么呀？就那个，哇，心底里，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对，我有这个，对，昨天咱聊这个，搁这大保镖里，对。多挡啊，可以这个。我答应了唱扎美安，哎，对对对。高老师，我的板儿对吗？对。对对对。啊，对对对。是不是楼上已经结束了？没有。哦。你看这意思。王进明。王进明。结束那儿不打。哎呀。吃冰棍儿，一会儿吃吧。啊，对对，我还得站起来。快板还会挂在大。高老师英语。就那么点露脸事儿。Number one。看见了。Question number one。大郎，你理理我。你先把这个字儿打对了，我再理理。人喊不是你，你老行。哦，喊的是大郎。对，大郎。大郎。大郎。大郎是谁呀？王叔叔这个发型像羊驼，哟，这不礼貌了，有点。哎呀，真是，对对对。衬衫的价格是9磅15便是。Unit 没有那个 e， 多一个字母，考我。是我的 listen。我去上个卫生。见过窦唯吗？王叔人家两个豆虫，哎，这理着呢。会弹琵琶吗？不会弹。Listen to the radio 拼的也不对呀，别老考我行吗？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 我理理你，行，我理理你。选 C 都没有选项。哎，这 radio 对了，英语咋学？环境啊，语言环境非常重要。绝绝子 ，Teacher Gao is really handsome。哎呦 ，Thank you so much。Good morning， 现在就 morning。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包租婆。王大爷，好嘛！四老师，这个相声翻译成 cross talk， 我认为其实不太好。talk show 就是相声拼音就最好了。相声 cross talk 不太恰当。想听南山南哪个徒弟文化了学的最文化课吧？您先弄弄这文化课。哎，相声拼音大写最好，因为没法代换。想听你和四老唱鼓楼。Midnight。哎，鼓楼到了啊，中门到了，到了，往里走了。你们背后椅子上有人，对你床底下也有人。古曲学员谁好一点？我记不住，但是有几个不错的，各个曲种都有几个不错的，我记不住名字，因为不是我教啊。Miss Gao。
我怎么变 miss 了？啊？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可能后悔了。那先别上了。小苗请假回来演吧，还真是挺想念小苗的啊。Please read up， 这不还是我那句词儿吗 ？Mr. 哎 ，Mr. 对 ，Mr. 龙子科考试还会淘汰人吗？会的，但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刚考完，不会很近的。这荆轲是不是班里的学员呀？啊，柯荆，柯荆。王浩月来个鬼故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只是预言有传说。嗯，就说是别的吗？想吃什么？炒方便吃一吃。行。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王大爷和狼叔，好嘛？嘛分 ？Ice cream, ice cream. 我特别羡慕那个英文好的。Ice cream， 冰淇淋。你这得有这个语境啊，得是这个。Good night。去英国待个半年回来，咱就行了。嗯、再来五分钟，咱拜拜了，12:30，好不好？再来五分钟，我们就拿这个微信跟您视频去了。再见。来。你是不是点太多了？坚持五分钟，有点弱呢。别给他家，怎么了？一会儿。考过教资吗？没有。教资上面德语那位说爱您。哦，德语我还真学过两句。德语。嗯。德语。你上回点包装的是这个。不是 ，Danke，Danke。哦，就是。Dank，Dank。锡纸吗？锡纸。记不住了，都忘了。不是，他家不是，我的是那个。摩根。小号那点，摩根摩根蛋，不是你换一下就学日语，I U I O， 一七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八九九，一七二三四五，师傅这个日语还有这个，这个法语什么的，您是自己就是自学吗？对我找会的人，法语就会两句。一个傻驴，一个笨猪。我行，不聊不聊。啊，来别的不完了。这真是感兴趣，可以自己多学一学啊。这个英文版的《莽撞人》呐，太长了，真是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哟，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师傅。等着，给你展示一下。啊，这就展示去。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Hello， 朋友们。傻袍子。傻袍子。比个心。大狼宝贝英语行吗？四老师四级。我英语不行，我六级也就是个六级。对。他不如我呢还，是不是 ？Hello。对。他就会喊了。接着我怎么一送电视设计可能文彦博是不是大宋朝文彦博、哎、又来了不是你那文彦博再来一个师傅您那卡了啊没有我能听见你说话就你那文彦博那个啊这个头一句什么来的让我说说你听听接着我怎么一送电视设计可能文彦博完了。Therefore, let me talk about it, and you may listen to it. 对，这是我说说你听听，你先翻这句啊。对，我记得您还给我发过。Remember in old times, there was a 文彦博 during Great Song Dynasty. 宋。没了，还特别长，我给存下来了。泰语会一句萨瓦迪卡。卡本卡，剩下更多的就是跟先生叫屁的那个。这小孩你这小孩这
He had the wisdom of filling the hole to get the ball inside.比那么多心干什么呀？多比几个心，我比多少心？比满屏幕都是。就是没有黑心，就是没有黑灯。看他们一个个精神涣散。哎呀，说一个得来，都说挺长的。当初我是找在这个美国的朋友给我翻的这个小孩子，翻了一篇儿。然后您给我发手机，对，手机备忘录那一篇都搁不下，得两篇，我给他们都发了，让他回去背去。结果呢，没一个能背下来的，因为我也没背下来的，太长了，他都得解释，吃苦肉现连环，他都带解释的，所以那个太难背了。嗯嗯，日语不难，日语会不了几句。今南京ですか？说是去南京怎么着？你去南京逮死他。今南京得死嘎。嗯，我妈去南京。今南京，南京得死。得死嘎。几点了？对，就是到点了的意思。到点了。到点了。到点了。媳妇再说。媳妇再说吧。到点了。咱断线吧，友友们。断线吧。咱聊不聊会儿了吗，师傅？还聊啊？几点了还聊？你们都放不开都，等下了线，我偷着看你们嗨你，嗨不起来了，准备来个钢管舞什么的，你就来这玩意儿，哟，还有这艺术，还有这艺术，嗯，你不就我那钢管？演播艺术色彩纷呈，我是艾伯良。南京话，南京话会几句？对，南京，南京。我也会几句南京人，喝假酒了劲儿，对，吃了脏东西，吃脏东西，我爸吃什么不干东西，待快点，不要堵在门口，不要堵在门口。江西话会，江西话会，那小狗散开。江西，王老师少喝，拜拜吧，我就没怎么喝。天津话，谢谢。拜拜吧，朋友。哟，拜拜了。今天比个心吧，来，咱们一起比个心吧。啊，来，咱们，你怎么跟要当干儿子？我左嘴，哎呦，我也不是那受了受不了。你别动，都站着手，截不了图了。哎，好嘞，友友们给我们截图吧。好嘞，截下来。好的，谢谢友友，谢谢友友们，友友回头把截图发我一下啊。拜拜了，师傅。拜拜，拜拜。拜拜师傅，拜拜，哎，拜拜，早点休息，拜拜。啊，噔噔噔噔噔，聪明伶俐。但是等到咱们那个外卖到了，咱就可以。你点了吗？我点完了，我饿了。哟。友友们，比个心吧。爱过什么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后面四位睡的，这那不照片吗？吓我一跳。这不两位吗？咱是不是让郎老师露露脸儿是吧？没事，没事，你看看。哎，没事。点了什么外卖？点什么？哟，点了点这个小吃。后面谁的鞋？有鞋后边？哪有鞋呀？后边有鞋。后边哪有鞋呀？哦，那儿鞋吗？谁的鞋？应该是这个剧场的那什么的鞋？剧场演员李浩洋的。嗯，不吃涮羊肉，涮羊肉关门了。说外国人洗澡，外国洗涮羊肉。哎呀，真外国人洗澡，我们可没见着啊。那您看见？外国人洗屁股。得了。哎呀，这不洗行吗？闭住了，观众朋友都知道闭住了。闭住了。哎。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很好，九林老师露，九林老师露不了脸了，因为王可臣洗他去了，玩他屁股。哎。
我这 C 位啊，还真是有点那个渊源啊。怎么呢？不是 C 位，就是我这 C 位，我站中间。我们有无数张我们仨的合影。会说粤语，我都在这中间。他基本上都是中间。粤语我只会说一点。粤语不是他的话吗？五哥为什么回宿舍了？我们也没在外头。对，那有喜事儿呢。对，赶紧睡去吧啊，朋友们。哈啤还是雪花？还是我想雪花喝的多一点，因为哈啤喝不着平时。粤语。喝这叫什么来着？青岛，请到校门。教室会比较。乌苏。乌苏。乌苏，乌苏，我喝过，我喝了十多个，没什么味儿。确实。对，因为他老说乌苏里。乌苏就是劲儿大。乌苏其实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劲儿大，邪性。你要说是，其实乌苏你喝呀，跟这个对你兑水呀，哎，嗯。你要说是问口感最好，我觉得是那个1664跟那个。哟，咱们这有点那个带货的嫌疑哈。对，但是咱什么都没有。哎、嗯，我们什么？乌苏里江水。白酒能喝多少啊？这时候挺能喝的。反正。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在天津，怎么了？没事，我看一眼。哦，我过生日时候在天津，反正他们俩都没少喝。对，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喝多少。我都喝断片了，已经。嗯，然后喝的海之蓝。郎老师的酒量就是一直喝，一直喝。对，那手是怎么比划来着？哎，有一个手是怎么比划来着？就是，吐吐吐。你是喝那个？没懂。哟，这怎么离商家是越来越远？越远了呢。哎，为什么呢？对，有什么还有什么可想聊的，友友们？哎呀，说说话，说说话。到了午夜悄悄话，哎，我们仨等大家哦，对，哦对，这个对对，看着那个弹幕，我想起来，嗯，就这意思。说我老王吧，无中止。说我老王。行，说一回没人理你就得了。对，没人理我，我就愣说，怎么着愣说。哎哦，哎，有没有说几句天津话？哎呦，听听学评书。天津话的有吗？有说问红颜会不会唱的？我知道红颜，白酒他能喝两斤。你看这观众朋友，白酒能喝两斤，那你我整个小喝。你这样吧，明天你开直播，你喝一两斤白酒，我们给你一点赞。对，下个人开导人扣你。这也摆一桌。吃草莓了吗？没吃草莓，种草莓了。真。非得说出来，两斤很多吗？喜欢喝天之蓝吗？喜欢喝。我想喝梦之蓝。但是对我喝的最多的还是海之蓝。对，王叔山东人，对我可不是山东人吗？山东人管山叫山，管山叫山。山东，济南就快开了啊！对，哎，再等一等，我们就王老师有粉大褂吗？我人生中第一件大褂是我姥姥做的一灰的。然后后来正式做这大褂，第一次就是粉大褂，那是李金芬先生啊，说你挑一这色儿，在济南，哇，济南小峰你穿这色儿吧，挺好看的，要不然你回去穿鞋子，我就做一粉的，嗯，结果现在不穿了，因为有人说我穿这粉的显黑，嗯，这人叫张德燕，陕西济南，济南朋友还挺多是吧？我看咱们济南朋友还挺多，张德燕的话你还忘？那你们就等着吧，怎么着？咱们就快了。郎老师别忘了南京啊！哎，我记着呢。嗯、对，南京不错、哎。还有广州朋友呢。哎，两双眼皮白的。大郎最喜欢哪只大褂？粉的，我那给他吧。人在广东一定拼不色。天津朋友挺多的，是。马来西亚还有马来西亚朋友呢。马来西亚这杭州朋友刚才不就说睡觉去了吗？对，杭州可能是换了一人，就是他。余力赵云一来了，欢迎你们。好，大家好。赵云应该跟张浩森一块来。哎，这余力是？对，我是王皓月。嗯，叫余。男的。哦。我这是余毒。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来的呀？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这不是写着呢吗？哪写哪？赵云一来了。赵云一来了。我还真是。这个苏州的朋友。朋友都有，随着是年龄吧，还是随着是什么？就是对相声的理解吧，对相声理解吧。来山西，请我们喝醋，谢谢你。好，我们就爱喝醋。感觉这个大褂的颜色要，就是能深沉一点吧，可能是吧。郎老师，郎老师懂得挺，我说什么了，我就懂得挺多了。对你行啊，你行啊，好，真不错。你行。来成都吃火锅，
哎，我还真去过一次成都，吃过成都那叫什么蜀什么？蜀道难？不是，有一个他那个店名字里有一蜀字儿。蜀风流。好多年前了，那还是在我跟包的时候。对，跟包的。他还跟过包呢，你瞧瞧。哼，干脆。哇，真是哪儿的朋友都有啊！哪儿都蜀九香，不是蜀九香，孙九香。孙九香。哦，那你到底吃的是蜀九香吗？你们这些都是成都人吗？喜欢五哥可以带走吗？哎，赶紧带走。好像是，可以可以可以，好像是蜀九香。那个带走五哥之前，你先把这鞋给他带走了。对，您现在带走五哥的买一赠一。对，还有一个那什么干儿。对，沈阳的，哎，还有沈阳的。我锦州的。来北京喝豆汁儿，什么叫来北京呢？来石家庄吃牛肉板面。对。哎，那牛石家庄的那个，哎，对，咱们到这点可以聊聊吃的了啊。石家庄那个罩饼不错。石家庄啊，最正宗的就是安徽牛肉板面。对，带走王叔可以啊，带走啊。来济南吃把子肉，行。我头发怎么扁了？哇，这么多小吃吗？我看看你们都是哪儿的。到当着他们面吃行吗？没事，吃锅那点小。五七路板面，五七路板面并不好吃啊。回头我带你去吃一更好吃的。老给人画饼。他疫情的时候啊，我就擅长说这个哈尔滨干嘛呀？石家庄这个板面特别的坚决，特别好吃。肠粉，广州这个肠粉我吃过一次，因为广州没吃过一次。然后说要给我从石家庄带到北京来。长春本地的，长春本地咱吃雪姨豆沙一个，结果没有带。哎，雪姨豆沙那地儿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石家庄钢炉烧饼。什么不？钢炉烧饼这些年也差点了。钢炉烧饼我小时候的好吃。来楼上面。来广东，去过一次广州，吃这个肠粉，嗯，和皮凉鞋。对。韩九明那皮凉鞋都掉色了，袜子全是那个皮凉鞋。椰子鸡，没吃。螺蛳粉，这些我还真是还都吃过。这是什么东西？妈，长沙糖油粑粑。哎呦，糖油粑粑，什么叫糖油粑粑呀？是不是跟糍粑似的？对，就是那种东西。嗯，怎么都饿了是吧，朋友们？都不饿吗？杭州小笼包，怎么哪都是吗？天津大饼卷圈，喝。哎呦，太好了！大饼卷圈太难了。有没有昌平的朋友们？昌平的，哎，说出来我们昌平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快给我刷弹幕！昌平的朋友们，罗小，罗小，罗小，马小。完了，没有昌平的友友了，昌平友友都回家了，是吧？给你闹的，赶菜，赶地铁，挺累的。什么怀柔烤红，昌平春饼宴呀？嚯，这么多！哎，这昌平烤鸭，哎，昌平烤鸭这朋友一看就是那哪儿的？昌平美食王皓月，对，好嘛，昌平糖耳朵，昌平，哎呀，那不能什么都昌平的是吧？昌平豆汁儿，好，北京什么都算昌平的。北昌平特色王皓月太棒了，推荐一下石家庄哪儿的板面好吃啊？嗯，他们家门口那个我做的。哟，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做的呀？炸四老师，好嘛。我是石家庄哪里的？我就是石家庄市里的。对，这么一说，他字儿就多了哈。昌平王叔，哎，我找那王叔微信。哎，这骑手怎么骑过来了？嗯，河南胡辣汤我也喝过，我什么都吃了。这昌平啊，春饼宴确实很不错啊，有一回给张九龄都喝吐了。我特别想去安徽，那是周梁坤的这个。我特别想去安徽尝一下正宗正经这个安徽板面，正宗到底什么味儿？当地有吗？有，不能找到吗？能是吗？有啊，安徽这个牛肉板面。这安徽不是有这叫什么后桂鱼？要回那是安徽吗？是安合肥。对，最火的直播安徽手吃不？臭豆腐。安徽孩子在这儿，那对，不有句老话说得好，怎么说的是来长沙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哎，真不错，这不是北京的宣传语。对，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听见过。对，常来黄山臭鳜鱼。哎，来广东喝凉茶。来济南喝趵突泉，好嘛？这是你说的，我记住你了啊。啊，这故里是吧？要求我们喝趵突泉这个。故里。明天我就喝去。再给我突突。给我突突了。哎，每个人推荐店都不一样哈，我是这么推，都不挨着聊这问题。萧山萝卜干儿，你瞧，咱们中国这也真是美食文化。对呀、啊，中国地大物博，沙琪玛漏鱼王大爷，王大爷，濮阳的凉皮儿，潮汕牛肉丸，炒淮扬菜，德州扒鸡，张九龄你们吃过？济南就是把子肉是吧？这玩笑吧。
小林。这个兰州其实不叫拉面，对吧？我说的对吧，兰州朋友？人家那边叫牛肉面，就没有这个兰州拉面这一说，就叫牛肉面。人家那边就叫牛肉面。哎，能不能不摸我，朋友？济南，上菜市场买两颗白菜。买两个白菜。济南人说话得撒扁。啊，真逗逗逗。老师，你做么去？毛细永远的神，我觉得毛细还得再粗一点，那个三细不错。四细吧。细呀。对。七细吧，宝马吗？三细白牡丹吗？东边曾把牡丹系，庄子也曾。海底捞啊，海底捞我们都吃腻了。顺心拉面，南京朋友吧，这是顺心拉面。哎、顺心拉面。顺义牛栏山太棒了，我在牛栏山这个活跃过有南门涮肉有一年半吧。哎，南门涮肉是哪位？是不是北京的友友？想起来谁呀、啊？这是赵老师啊。这个我找赵老师的时候，在顿顿在门口吃南门涮肉，烤冷面，哈尔滨的烤冷面，长春的雪衣豆沙是吧？这些我们都品尝过，烤冷面确实挺好吃的。因为烤冷面那会儿没去过哈尔滨的时候，我就吃过。你说这，对，34度。宿迁擀面皮儿、锅包肉，哈尔滨锅包肉，大兴盘古庄西瓜。对，大兴特产是盘古庄，盘古庄的特产是西瓜。烤冷面永远的神，就是烤冷面确实永远的神。烤冷面我喜欢吃这酸甜辣的。这个盘古庄特产是西瓜和李云杰老师。对。豆汁喝得惯，喝得惯啊！我还真是不太挑食，什么都能接受，什么 都吃，什么愿意都愿意去尝试尝试。活珠子，活珠子，什么鹌鹑蛋，鹌鹑蛋就没有什么可说的。鹌鹑蛋的活珠子，糖玉苗，糖玉苗是南京，哎，南京人，嗯，桂花糖玉苗，对我吃那炒疙瘩，对，都给我吃快撑死了，对，都好。看的热干面，牛肉丸子面，怀柔油栗，皮蛋瘦肉粥、哦，怀炒糖糖糖炒怀柔油栗，怀炒，特别甜。螺蛳粉火锅，我天哪，那这屋还能待吗？四个头，好吃吗？没，谁吃我头？扬州炒饭，谁吃我头？首次东西回扬州、嗯，这个东西没得关系。狼世博，怎么我都没字儿了？冻梨，冻梨我也吃过。冻梨。陈记卤煮，安吉白茶，陕西美食多啊！陕西有这个泡馍，有肉夹馍，细溜溜的，酸溜溜的。有这个回民街是吧？这我们都去。门框卤煮，冻柿子特别香。哎，吃过冻葡萄吗？没吃过，特别特别棒，什么水果都冻吃好吃是吧？冻榴莲，榴莲，昌平美女王皓月，哎呦，对，我们的街坊也这么夸我。山东这个煎饼大葱我也吃过，当时跟九溪哥去这个潍坊和这个威海的时候，嗯，主办方就给准备的，对，山东、这个、还有郑和军老师、啊，对，穿一个灰色秋不是秋灰色西裤。河南吃的是胡辣汤，因为那会儿我16年那会儿跟我给我师傅跟包嘛，就是助理，那会儿跟着我师傅还有郭德纲先生郭老师，去这个巡演的时候我给跟包，然后基本上都尝过这个这些各大小吃嘛。中国的美食盘古玩，我们也要吃一点了。担担面也吃过、哦，他也是这活珠子，就是上去买那个。有些对不上号，对不上是哪个地方产的，但是一些有名的名吃、名小吃，基本都吃过。我点这份好，大鸡喊逼。哟，他怎么给我俩筷子？那意思让我下手抓。不是，他觉得我点这些像俩人吃的。嗯。加里脊。哎，你们谁吃过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面包，然后里边加那个
不是，加那火腿肠就是热狗，但是那面包特别大，蒸的特别好吃。我记得那会儿我呀，小时候四年级上那个蹦蹦跳跳英语这个补习班的时候就吃过。那不是赛百味吗？不是赛百，那会儿没有赛百味，那会儿可没有赛百味，我们上不了。Sabri。哎，我可不骗你们了啊！你们来不来？你先吃吃。不来，我们可就骗你们了。吃吧。萨利亚。萨利亚，这不是西餐吗？萨利亚不错。这些朋友们怎么都叫一个名字？我今天晚上光看这个叫什么欣欣的，最少得有六个。对，叫月月还有好几个。还有这个柠檬，叫柠檬的还有好几个。嗯，咱抱着点名了。你们是不是都一个人啊？是不是一个人？你先来吧。九零过分了。嗯，我就是那个。来，都吃吃，都吃点。那个，多香！这点吃点东西，它不香吗？真是，我们可不跟你们客气。我吃播开始吃。那就改吃播了，好不好？朋友们。对，你坐那边。这个炒方便面有没有人想来？对，他吃过。真改吃播。炒的方便面啊，不错。香吗？行，哎，因为我真饿，真饿了，没有假装。嗯，太过分了，九林老师当个人吧。哎，我当人吗？王叔，你怎么不吃？我得看这帮孩子们怎么个吃法。王叔，你快吃吧，咱就甭干这。真的吃点东西它不香吗？是吧？点点吧。都点点吧，拜拜。你说拜拜了，离近点，要不他们看不清楚。来，离近点，看看这个金黄色，对吗？这个马石啊，讲究色香。朋友们，看看这盒方便面，如果哎，如果张九林把这盒方便面吃掉，每个人送你们一件克莱因兰的棉服，啊，克莱因兰的棉服现在非常火爆。哎。这个美食讲究色香味，你看看这色香味啊，这金黄的面，这就是来自长春的这个柔软程度啊。看我方便面，非常不错，非常可以啊。哎呀，进被窝了，出来呀，点外卖呀。对，哎，楼上下来。舌尖上的中国，再看看这个，这个是现烤的羊肉串，你看这个滋滋冒油的这个肉串是吧？裹上这个，它真有瘦脸，你看我这脸。哎，你看这串都不一样。嗯，串都大了。哎，有油门。楼上什么情况？谁喊我这么大声啊？我看看，我给你拉黑了。谁这么大声喊我？哟，这字我不认识。哎，往这边啊，看看郎老师。蹲着吃。太过了。你吃什么？没有，就是一鸡肉。给。看这种热闹非凡。来，还是仪式呢？没仪式。嗯。怎么你调吧，调调了，两面。一会儿。太晚了。哟，王小格，格儿，一点了。一点了。格儿，给我们连会儿吗？格儿，我激起了群愤。可是他说的，我什么都没说啊。是你可吃了。四老师怎么着？刚才说那个给我过去了。四老师减肥，跟美妆博主一样。嗯。真困了，你们就睡去吧。困了就睡了啊，要不然就吃点。他不是说咱们困了。我有什么可过分的呀？又不是我吃的，我这半天我吃了吗？对，你就说了。又不是我点的，又不是我吃的。那你吃不吃？我吃一会儿吃。那不就完了？你给他们直播一吃活珠子吧。我能给你们表演一个盘佛珠子。我没少说，我不就是说了？哎，
哎，咱们是不是明天这会儿还直播说唱吉他来的哈？对对对，嗯，还有这么一事儿呢，对对对。你入镜，你入镜，你等会儿我得挑出来嘛。哎，朋友们啊，看看九林老师吃这个方便面。哟，九明来了。九林啊，九明也来了。我刚好像看他说话了。九明说什么了？那往上找。哦，友友们，哎，老韩，这是那假号。这没谁了。你们别光发弹幕，咱们连会儿吧，连会儿不用开直播。说话呢。就是，我连你了啊，我找找他。就连这个，哎，这不是，哎，是这人吗？还有侯小楼呢。对、哎。好。侯就在我床旁边，他怎么了他？说你。猴子肯定不露劲儿，你放心。我没不理你啊，咱连呀。你在哪儿了？谁呀？这个小哥在哪儿了？不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吗？老韩也拒绝了。你发了，我没收到你发呀。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哥，你好，在吗？哎，为什么马是三角地啊，小哥？为什么小哥不在这儿啊？你赶紧上来，你表演一个，他是不是出去了？嗯，不是，就这儿。哎，那可能他没上没线。就应该在这儿呢。啊。对，你不行，连着五哥。我确实没看你直接申请吧，哥。哎，水库是仓，你申请连我们吧。我凭什么胖20斤呢？他又没吃。你们太损了，你们。对，嗯，我大侄儿来了，应该是这不来了吗？哎，你终于通过了。不是，我说的没你哥吗？你把摄像头开开，哎，兄弟。我这怎么开？这语音的也能开，点自己头像。点自己头像，别，是不是裸体呢？现在，别，哎，你看一看，啊、对，我看一下，马是三角梯换的，别，我现在玩的是蜘蛛，你说你们多蜘蛛，蜘蛛也有一招，我一口没吃，我也不是我买的，现在全都让我胖，就让你胖，你们太损了，我没有胖的空间了，还让我特别可气，我都给你们拉黑了。本来刚想说刚才点连接前面有九个人说正在排队，疼，哎呦啊，对，还跟我对是吧，这个叫蜂蜜味的飞鱼，是飞吧，飞鱼罐头是臭的呀，蜂蜜味的飞鱼罐头，这得多难吃啊，你有啥拜拜了大郎，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哪儿去啊？来我家。哎，行，回头的啊，你回来之后就来吧。行，要不你也怪无聊的，胖100斤，我天，胖一行了，我上来也说无聊啊，我打会儿，一会儿再跟你聊。你打联盟呢？对啊。啊，你打吧。拜拜吧。啊，朋友，这是什么呀？这饮料。不是你把人家看饿了，是把我也给看饿了。你倒吃啊！哎呦，你瞧这话说的，哎呦，看这老在那边，老公，撸啊撸好玩，你要没上钻石呢，咱们先别一起玩了。大郎妈妈爱你。他为什么要坐旁边吃呢？还这么说。哎，咱接受一个怎么样？别谁呀、啊？你想接受哪个？随便来一个。随便点的，改好学员了。对，扎死我！扎死你！我怎么老这样啊？你怎么回事？扎死！你看我吃完老陈变成球。老韩，我吃完就变成王小球了。老韩，咱是不是连会儿？老韩，别光看。哎呦，这要行要行。哟，好，这还一人呢。对，都满意了。嗯，四老师，妈妈爱你，行嘞。这老关，怎么全给你们拒绝？怎么都拒绝了呢？妈呀！咱不得聊会儿吗，百哥？咱们聊一聊春哥的近况，多好。这都还在呢是吗？应该是吧，一直看着呢。嗯，我不知道，
没有说下了。哎，这个朋友的手是不是？百哥，你如果不连线的话，你发弹幕我可看不见你啊。我实在是太饿了，不给你们露脸了，谁让你们刚才说我的？对。四老师的串好漂亮，哪个串？哎，这会儿又改不露脸，胖一百斤了，多损这玩意儿。有人问最坏。这什么串啊？这是牛筋儿吧？我也不知道，忘了。走了胖150斤，胖200斤。嗯，好像就是像个劲儿。咱这边聊点什么？什么时候该拜拜了呢？拜拜吧，咱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吃饭了。怎么说呢？因为咱还得准备明天的节目，一个吉他呢啊。对，吉他弹唱舞呢。嗯，这都是你许的。嗯，我是钢管舞，他是吉他，你是那个到那个雪地里泼盆去。泼盆？我摔盆，我还泼盆。得，行，都早点休息吧。不礼貌了。友友们，这个友友们该休息了啊。我这挺好的，他摔盆去。大狼头好大。大狼吗？小凤的，哎。你有没有下句儿，朋友？哎，我怎么踹我？都踹我，行了，踹死你，今儿都没能耐啦。我眼睛怎么这么红？这么红，嗯，还热乎呢，朋友们。清早起来，大狼牙好多，我天哪，对，我成怪物了。大狼头比较棒的大。嗯，我看你这鼻子，眼睛真红。睡眠质量比较差劲，我们。大狼有那么一点点帅，嗨，别一点点，我一点都没有。嗯，他说你喝一点点就很帅。哦，波霸。嗯。哄你们睡觉去。好的，讲一故事吧。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什么公主那个？哎，我这有好几个鬼故事，你想听哪个呀？嗯，有这样吧，有一公主没有脑袋。讲一个床下的尸体。哟，我躺下去。咱还真可以讲这故事，你说呢？那尸体会动啊，先说一下。嗯、哦，他下铺有人，我说会动吧。有没有音乐？大概找一个。好嘞。找一个鬼故事。对。开灯听故事，关了吧，关了吧。开灯听，不害怕。当时张震讲鬼故事那网页我也比较爱听，有一个故事叫请不要画我的脸。咱把这灯关上。友友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故事。好，给我吓得够呛。我怎么我有点害怕。鬼故事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具有广泛社会，也不是这个。咱们多孙子，给人看完吃播，给人讲鬼故事。哎呀，这会儿没走都是真爱粉。真爱吗？来，把这音乐放了啊！我一激，我就不露脸了。咱王老师坐这儿啊，我给你们配乐啊。要放好，我给你配乐。看不见了，哎，让你们使下就成了。前几天
我去北京的卧佛寺。你说不认字儿？不是这个忘字儿，串行了是吗？哎呀，您不是，因为有很多友都在宿舍，给你讲一个宿舍里边的。哎，这歌呢？继续啊，继续。有下铺的朋友吗？哎，我要讲一个下铺的。有一天，某人晚上下班回到宿舍，在一楼按了电梯，忽忽悠悠的，他要上六楼。很幸运的，电梯一下子就来了。他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他走进电梯，马上就关上了。升到四楼的时候，电梯突然打开了，吓我一跳。有两个人在外面探头探脑的，意思是想要进来，可不知为什么又没有进来，电梯门又关上了，多拼了。就在电梯门刚要关上的时候，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听到，哟，这么多人呢，是吧？这人已经掉了200多，正规部已经掉200多人了。哦，那个什么，那个不要再讲了，啊。不要再抢了，因为别人我付款。我对象害怕。闭住了啊。对。我身后有人。对。有，这不是、哎、这不是四位吗？你好，你好，你好。完了，有人给我举报了。啊？为什么呀？真、嗯、真的？不是他们说的。哦嗨。为什么都把矛头指向我呢，朋友们？又开始了，明明是他吃的东西，他讲的鬼故事，我一句话都没说呀，我太冤了。就是你，哎，一切都是你，一切尽在卡牌中。想当初，在电梯里，又来了，突然，这是我的波波间，出现了一个人。你看这儿有个波波山。咱们来一个那个午夜情感悄悄话栏目。我起头了是吧？啊，得，怨我起头了。谁起头了？你来。嗯，头小头起头嘛。头头起头吗？头头起头。查理查气的。哎呦呦呦呦呦呦！我没烫着。还挺好看。哎，我想起来了。又饿又害怕，你倒是吃啊。王叔后背上有一个长头发的，该睡的就睡觉去了啊，朋友们，确实挺晚的了。这不是安娜的笑容。女孩子不要熬夜了，都睡去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嗯。我是你爸爸，真没打。走。你养的这么大，你还听话？农历，这不要告一段落了，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一点多了，朋友们该睡了，都该睡了。我们明天还给大家准备吉他弹唱，我还有那个破盆呢。别信啊，朋友们，这都别信，他给我豁出去了。你的号，记住我了，谢谢你们啊！今天晚上多少点记住我？明儿谁不拿这号吉他弹唱？弹唱干嘛？弹唱，吉他弹唱，吉他弹唱，你再来一杯。再唱一遍，不能每天都播，这个是不玩笑，不能玩笑啊，这个、不能每天都播。咱就是今天，是吧？好长时间没直播了，看看大伙儿，上来跟你们聊一会儿。哎，还有谁在？晚安吧，朋友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拜拜了，朋友们。克莱因棉服，克莱因蓝啊，克莱因蓝今年冬天比较流行。嗨，您都提了，朋友们，都去入手包袱啊！明天直播集的时候，间隙我给你讲这个故事。来这个。
多蒙老王施恩典，颁发公职，晚安了啊！晚安，晚安，晚安，朋友们，拜了。安马卡巴卡巴卡巴卡，CDC。你的手在哪儿呢，朋友？我手不在戒指呢吗？慢一点。什么？你看你怎么来的？他比那个新。您会不会？拜拜，再见了，再见了，晚安，马卡巴卡。哦，不喜低喜，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太短暂了，短暂了，笑容都没你的。待会儿说再见吧，拜拜。听见宝宝说拜你好，你好，说你好，你好，你好，小波，马卡巴卡。拜拜，再见了，再见了啊！有人们，我们该吃饭了，要不然狼老该饿死了啊！对啊，我该饿死了。对，拜拜。你说我对你们那么友好，我都没忍住没吃东西，嗯，都把肉长我身上。他们，您正解释呢，哭了。中秋，晚安老公，还是晚安老公的。拜拜，我那是叫你呢。嗯，别介，我媳妇不乐意。哎，拜拜。吃夜宵去了，你看多损，他也吃。你看他也得吃，所以说呀，嗨。晚安，晚安，晚安。本来谁签的？咱们就到这儿了啊！串在里头呢，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是金樽空对月。对，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是什么？我点的，这是哦，这是我点的鹌鹑哦。我们得在意，咱们都不要一别两宽是吧？咱们还得有天天见，大宝天天见啊！拜拜。拜拜吧，再见吧。嗯，跟哪儿呢？